那我猜9块吧，多少钱？可乐是6块钱一罐。你们平时这个早茶会吃一些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肯定会有肠粉吧。肠粉必点，你知道这边的价格，就这一页看起来好像有点贵，但是整体点下来感觉还好，可能是因为我们点了。很多这种今天上菜特别快是吧，我觉得对对对，不用排队，这个是最关键的，错峰过节的好处，粉丝是先吃了三年然后再味觉姐是吧，你懂，给粉丝真的很好吃。他有什么牛肚，那我来尝一下看这个味道、哦、好软，真的很好吃。真的吗？词穷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鸡爪，哎呦，还流出，它放在这个灯台上，小老鼠上灯台。然后再让学姐来尝一下这个鸡爪，看来感觉跟你外面吃的什么不一样。学姐是这个鸡爪爱好者，鸡爪爱好者，董醉鲜虾红米肠，鲜虾红米肠，那让学姐尝一下这个鲜虾红米肠。你先吃吧。我问你，不用了。还我问你，还这红红的是什么做的呀？它里面有虾仁，然后有玉米，有青菜，炸了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有点脆脆的。你要喂我吗？不是，我是自己吃，想多了。来看一下，还不错。哦，冒烟了。那我尝尝它这个鲍鱼，哎，这还有这个猪肚里面，这比较养胃。哇，它是什么美化美？这个水壶不知道能不能带走，感觉挺不错的，那放你书包里的，还挺不错的。这个小的煎，这是我们做的，我觉得今天这个还是比较实惠吧。如果我们昨晚出去的话，应该花同样钱，没有体验的这么好，就是不会上菜这么快，也不会这么少的人，主要是等位，这个地方不接受预约。那我们为什么不今天晚上来呢？明天不还有组会，我们得抓紧时间回去。走吧走吧，真正的错峰过节，抓紧每一个时间。走吧，可乐送他。爱情偶尔也需要一些浪漫和感动，但这些浪漫和感动在于心，而不在于形式。其实爱情是两个人之间的日日夜夜，情人节也并不是为了证明任何人对爱的诚意。今天我要采访的是一对博士生夫妻，也许你曾经看到过他们的视频，他们也是一对 UP 主。现在就让我们去找他们聊聊天，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给单身的朋友们。二狗 APP 出品，高学历单身青年交友平台。坐我旁边的就是唐果果和陈同学。Hello， 大家好。二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自己呢有多重身份，我现在呢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博士生，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那同时呢，我也是 B 站的一名博主，然后我们的账号叫唐果果的未来要发光和唐果果的陈同学。我在 B 站发的第一支热门视频也是讲我自己怎么样从一个偏远山村就考到了北大博士的。就是我在 B 站上叫唐果果的陈同学，但我自己本身为大家熟知呢，可能是在 B 站上给大家分享我怎么从这个二本的学校然后考研考到清华大学，现在在清华读人工智能的这个博士，优秀优秀，优秀优秀，一下不知道怎么说，自己人夸自己人优秀。我感觉你们忘了说一个身份，你们现在还是一个爸爸妈对吧？你看把孩子给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外号叫旺仔夫妇，就是我们经常聊着聊着忘记我们还有一个小孩。这个孩子已经4岁了。我在研3，他在研1的时候，我们就生了宝宝。英年早婚，把婚姻坟墓的盖子都给掀开。那你们最开始是怎么认识的？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朋友从我们寄快递，然后就加上了这个学姐的微信。我这个人比较上进，我当时加上这个985学姐的这个微信之后呢，就第一次考研完，然后对这个研究生有很多的这个向往，给学姐发了很多这个微信啊，就问各种各样关于研究生的问题。然后这个学姐之后就看了我的简历之后，觉得这小子还不错，决定老牛吃嫩草。那段时间是期末，我每天晚上写论文写到深夜，有时候1-2点，他那个时候会跟我聊天发消息，我以为就是他是陪着我聊天，就刻意陪我聊天，聊得很晚、嗯、在一起谈恋爱之后发现他每天都那个点睡，就我每天晚上到10点钟是比早上8点钟更清醒的。这个美丽的误会开始了是吧。然后他就发现他考研没有考上，所以他就决定第二次考研的时候他就搬到了我们学校附近。然后那一整年考研我们俩都在一起，就每天一起去图书馆学习，每天一起吃饭，然后什么情人节啊生日啊所有的节假日都在图书馆度过，全部在图书馆。我当时是什么状态，
态的，就是这个大学毕业及失业辍学的社会闲散人士吧，然后准备这个二战考研，算是一个这个人生的妥妥的失败者，算是最低谷期。那学姐呢，当时是这个什么985名牌高校研究生，国奖获得者，村头李二狗开大奔追的春花，然后还有这个老牛吃小枣实践者，我没有啊，在我心中是比较优秀的存在吧。然后我当时只能说是非常颓废感觉，所以就打算就是考研二战嘛，背水一战了。我当时之所以喜欢他，就他可能他觉得他在人生的低谷期，但是我觉得他有我身上缺的很多东西。我是一个就是中规中矩没有那么勇敢的人，我很少尝试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那他是一个在我眼里非常勇敢的勇敢的人。比如说他考清华嘛，他不管他有没有考上，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反正我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很认真的回答我。真诚是必杀技嘛，他会把我的事情当做他的事情去做。我后面的时候我有申请博士，然后他会很认真的去帮我查学校，就是非常花时间的。而这个东西是我没有开口说，哎，你帮我做，他都会主动认真去做，就是有点把我的未来放在了他的未来里面。就我当时感觉到一种命运的息息绑定，就跟命运共同体的感觉。这可能是第一次跟二狗青年讲，这是我还没有跟我们粉丝们讲的必杀技。因为在恋爱的初期，学姐也给了我就是说足够的这种信任支持或者叫踏实吧，就一两件小事。第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二战考研的时候，那他也在读研究生，他说那你可以来我这边，我也可以监督一下你或者就是指导一下你之类的。他没有就是流露出说就是没有嫌弃你吗？对对对，没有嫌弃，也没有说比较自私，就说是只考虑到自己的。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我们俩刚在一起不久，就去了一个美国亲戚家待了一个寒假。那当时在那期间呢，就我爸爸他心脏病了，好然后去住院过年的时间。然后当时我跟他谈恋爱其实不太久，然后他就提出说我既然在国外，然后我也是这个独生子，他可以回去帮我看一下我的家人。虽然最后的话我爸那个事情没什么大事，但是他能提出这一点来，就像他刚才提出的，就是说我们俩像是一个这个命运共同体了。就他前期给了我这些信任之后，我觉得我也会逐步也会表现出这样的信任。是可能我们俩本质上就是比较善良，就是是我2018年考完研，然后到这边来。对，我当时是一个人来，然后我来了之后呢，就特别想把我自己的老婆孩子啊都接过来。但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艰难吧，是因为这个消费啊、租房的价格啊什么的都比较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学生，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稳定的收入。那你们之前异地的时候有遇到过什么挑战吗？异地恋最大的挑战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近距离的感受这个人，给人带来心理上的隔阂。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一场重要的考试，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生病了，你会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情绪好，什么时候情绪不好，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给到他及时的情感安慰。就比如说去年跨年的时候呢，当时快要这个博士开题了，所以他压力很大。我们因为一些小事发生争吵之后呢，我当时就从深圳飞到北京去找他。远程的时候有很大的矛盾，但两个人只要一见面之后，这个情感的话一下子就升温，这些事情就不是什么大事了，就是这样。其实学长有讲，他说这个感情他不是需要你时时刻刻都陪在对方身边，你需要的时候他不在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会对 就有点像这个信任感减分吧。然后这个分减到一定程度的话，可能这个信任感就会崩塌掉。对对对对对。那你们异地4年感觉还是很坚固的，你们的感情。之所以异地恋我们还能够就谈得比较好，是我们俩都比较忙，然后我们俩都觉得如果自己的主业做不好呢，你的恋爱呢也会谈得不好。所以我们俩一直秉承的一个观念就是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才能够去谈恋爱，拒绝恋爱了。学业跟婚姻会有冲突吗？学业跟婚姻没有冲突，但是学业跟育儿有冲突。就结婚它有点像是一个仪式感，它只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爱情到了一定阶段的一个生活。我们俩哈，恋爱和结婚状态其实差别不大，但是我觉得养孩子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你家里多了一个人，多一双筷子会不一样，四脚吞金兽，多了一个吞金兽会不一样。我觉得年轻人恐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大部分啊，我觉得是经济压力太大了，就是自己都还没有一个很稳定的生活。你如果要一个孩子的话，你怎么给他足够稳定的生活呢？所以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理解大家恐育的。是，因为实际上我们俩在生孩子之前也把养孩子这件事情想得太轻松了，低估了这个难度，低估了难度。首先，我觉得就是要给他提供一个很稳定的环境、这就非常考验你的经济实力了。经济实力啊，我们自己都搬过几次家是吧？我们的孩子现在是3岁才到了深圳。
深圳。就这边租房子的话，就是房租加生活费啊，一家四口，包括还有孩子他奶奶一起在这边的生活费，一个月要将近10000左右。所以这个钱呢，其实可能是在我们前几年的话，我们是确实是没办法负担的啊、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父母就是在深圳这边养育孩子，他都会有一个焦虑，因为他讲哇，他没有一个标准，他不是说你达到这个标准以后 ，OK， 你是很优秀的父母，你不用再去卷了，你不用再给孩子付出了，你就不用再焦虑了。他没有，每一个父母他都想给孩子最好的，他看到了别人的孩子有更好的时候，他都会想要给他更好的。他有的时候跟你的经济状况有关系，但有时候又可能跟你的经济状况没有太大的关系。无论你再有钱，或者说你的学历、学识、文化再高，我们俩还是会担心我们的孩子以后学习成绩的问题，是吧？对，所以有好的还想更好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具体一点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原来就想说，如果孩子能在身边就非常好了。然后现在孩子带到身边来之后呢，我说那我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小区环境，是对他成长会不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焦虑会一直存在。然后这个焦虑并不是说不好，它适当的焦虑和压力也会带给别人成长，就是会让你一直保持进步。有的感情能够就是互相进步、互动成长，我一直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你找对了人，就是你们一定是三观相契合的；其次就是要靠两个人的互相包容和经营。所以生活中还是会有挺多摩擦的。我们俩基本上生活习惯是完全不一样，生活习惯啊、做事方式啊，还包括思维模式啊，但都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我们俩有一个比较好的事情是，我们俩的争吵都是能够就是说站到对方的角度上去也去思考。就像昨天晚上我们俩吵架完了之后，我拿一张 A4 纸出来，然后我说来，我们来列一下，这大概理性的分析，画一个思维导图，大概我有什么问题，然后你说我反省一下，然后你有什么问题，然后我讲，然后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几点分块来吵的，就是说先我先来讲他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吵，吵完之后呢，我们甚至还升华了一下，就是说一定要表扬一下他的优点，所以最后呢，我还总结了他很多的优点，比如说执行力强啊，非常有亲和力啊，非常善良啊之类的，就各个方面都会在沟通，因为像是一个吵架的一个复盘会，这种小的这种行为会让我们这个爱情或者说生活啊，互相更了解对方，然后越来越好。这我男生单纯从这个工具理性的这个角度来理解，女生只会觉得这是一个批斗大会啊，真的吗？因为他想用理性客观事实来证明你的就是错的。我是一个很容易认错的人，我就觉得我是错了，就是我不用你跟我推理我哪里错了。我觉得这个是男女性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就是能不吵架还是尽量不吵架。有的时候是其实两个人是相爱的，但是吵架他是会把那个感情吵得越来越淡的。你吵架的时候是非常容易说气话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说出去之后他就是有点像一把利刃一样的，就是这个语言的威力是无穷的。所以我在感情处事中，我就是我不想要有很多的争吵，我宁愿就退一步，就赢了输了没有影响。我们俩的性格都是属于比较偏温和一些的，所以我们俩很少发生什么很激烈的争吵，基本就没有很激烈的，我们没有发生过很激烈的争吵，都还算是这个理性沟通的范围内。对和唐果果夫妇聊天真是塞了我满嘴狗粮，我也被他俩互相拖累、互相成就的感情深深打动。能遇到一位目标一致、并肩作战的伴侣，真的太让人羡慕了。因为篇幅较长，这次采访我们将分为三期，后面两期将聊到成为名校博主和500000粉丝 UP 主是什么样的体验。下期见。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同学。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子哥。东子哥呢是我们这个清华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国奖。就为什么请东子哥来呢？是因为我觉得人生啊就像打王者荣耀，然后对于新手小白来说呢，全局都是有这种战争迷雾的，对于怎么就业啊，对于如何读研啊，都非常的迷茫不确定。但东子哥呢就是我们这盘人生王者荣耀的这个 MVP。来，我们来请这个东子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读研和就业的经验。陈同学过奖了。然后我的这套读研找工作的这个经验的话，其实是我长期思考的一个方法论的一个沉淀。因为我快毕业了，所以说希望把这个方法论能够传给师弟师妹们，就是希望对大家有所收获。那接下来呢，我简单的从这个学业和实习方面介绍一下东子哥。东子哥呢在这个学业上可谓是这个小有成就，发表了这个顶会论文6篇，然后其中呢1作有4篇，并且呢获得了这个清华的计算机的国奖，这个还是非常难得。在实习方面呢，东子哥也是去过像这个商汤啊、快手、腾讯和华为实习。毕业之后呢也加入的这个非常火热的自动驾驶行业。另外呢，听说这个东子哥呢在学习之余的课外活动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对，我在学习之余的话也会参加学校的这个国标舞的一个训练，然后的话平时自己也会打一下王者荣耀。哦，这么多才多艺。我就要替大家问一下，东子哥这么帅有没有女朋友？大家还有没有机会？有女朋友了啊？那大家没有机会，不过大家不要着急退出，东子哥接下来讲的东西呢也是一样精彩。那东子哥待会会大概讲些什么？这次分享的话，我主要是分享一下我在读研期间的一些经验。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作为科研小白，怎么从零去产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能拿到国奖的那一种。第二个的话，分析一下，作为一个研究生，毕业之后到底选择就业呢，还是选择继续读博深造都列了一些就是原因，大家的话就是可以去参考。我看了东子哥做的这个 PPT 啊，非常的这个贵服，从这个结构化思考的方面讲了很多自己建议和思考，我觉得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这个东子哥。首先第一部分就是读研的一个分享。首先我是做这个人工智能方向的，那么关于怎么去入门人工智能算法的话，我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视频课的方式，一个是通过书籍的方式。那这个其实在大家读研开始的时候应该都有一些了解，比如说像视频课的话，像这个斯坦福大学的两门课 CS229 CS231N，还有就是我个人感觉比较好的一个课程是国立台湾大学的李鸿一教授他的一门课，就是他更加的深入浅出的去把深度学习、机器学习里面的一些模型给大家就是展示出来，然后也是更适合小白去上手的一门课。书籍方面因为上了课程之后可能大概对这些模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么如果需要深入的对一些模型进行研究的话还是需要去看一些书的像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两本比较就是重要的两本书吧，一本是花书，一本是西瓜书。入门了人工智能算法之后我们开始做科研。那么对研究生来说，做科研的话它是有一个脉络的，比如说刚开始我们是先要确定我们的 idea 确定 idea 之后，我们需要对这个方向做一个文献的一个检索，检索到大量的论文之后，我们需要去阅读这些论文，然后包括复现，还有就是后面的一些尝试自己的 idea， 就是要做一些大量的实验，做完实验之后如果有效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形成一个论文，并且发表在这个会议上或者说期刊上。这里面的话就是这个过程的话，我给大家推荐一些科研的一些工具，像文献检索的话，谷歌学术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论文的一个资料库，那么在上面的话可以搜到特别多国际顶会顶刊的一些论文相关的方向，只需要输入这个关键字。但是有一些论文它是有版权的，这时候可能需要付费。如果想免费获得这些资源的话，可以通过 SCI Hub 这个网站，可以进一步的去获得更多的论文。检索到大量论文之后，我们需要去对论文进行阅读。这个文章的数量可能特别的大，所以说如果每一篇文章都花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形成一个快速阅读的能力。在这里面的话我推荐的话就是说先大概看一下这个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知道这个论文跟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否相关。确定相关之后，我们再看这个论文的摘要，看一下这个论文它提出的一个主要的模型，主要的 idea 是什么，它需要去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发现自己感兴趣的话，我们再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框架图。框架图的话，可以更直观的让我们感受到它的这个模型，它的一个实现的原理，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创新点是什么。在这里面的话，推荐大家去 B 站搜一下吴文达的如何有效阅读论文，所以它大概就是有好几个step， 然后呢按照这个 step 一步步的去筛选自己对自己有用的这样的一个文献，就可以在这个短时间内去阅读大量论文。另外的话有一个网站叫 Paper Digest， 这个网站它有非常多顶会会议和期刊的一些论文，然后它是用一句话的概括方式提取这个论文的一个核心内容。这里面的话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使用的。然后比如说我需要在顶会ECCV 上面去搜跟我方向相关的一些论文的话，可以上面直接搜去年搜前年所有的 ECCV 的一个论文，然后去筛选。阅读完论文之后，我们可能形成自己的一个就是需要去复现论文，以及呢去做一些尝试，就需要做实验。
这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多组一个实验去快速的迭代我们的模型。那这里面的话是计算资源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一个 GPU 的去做我们的实验的话，我们就能够比其他就是说其他研究者呢更快的去出成果。所以说无论是在自己的在学校的一个课题组，还是说在外面的实习，都是尽量的去跟导师去商量，就是说怎么去拿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计算资源去做实验，这样的一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此外的话可以通过 GitHub 的方式去记录自己的实验的进展。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很多模型的一个改进，那么每一次改进的话最好把这个结果的话把它 commit 到 GitHub 上面，那这样子以后我们做回滚或者说做一些创新都可以比较好的去在原来版本上面去做。另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脱稿事件去倒推实验进展，是我之前投 CPR 的时候的一个投稿的一个时间表的一个安排，就是我当时是从最后就是十一月中旬他是提交 DDL 然后去倒推前面就是需要去完成的一些事情然后当时应该是用了一个半月的一个时间然后完成了这个投稿，就是从十一月十五号是投稿 DDL 然后倒推两周到十一月一号的时候应该是要完成一个论文的一个初稿，然后再往前倒推的话是需要去再往前倒推两周的话是需要去做一个实验的一个就是把 baseline 的实验跑完，然后并且去做一些模型上面的一些改进。对这个是做实验的部分，然后实验做完之后我们发现有效果的话我们就可以尝试写论文了。那么写论文的话这里的话我们一般是用 LaTeX 来写，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 Overleaf 上面这个网站上面去来写这个 LaTeX， 它可以很好的去跟合作者去修改这样去修改论文。然后写完论文之后我们需要去对这个语法去检查，我们可以用一些软件像这个 Grammarly 先对这个英文的语法做一个初步的筛选，那么后面的话我们再人工的去逐字的去检查一些低级语法，因为这个语法的话如果在审稿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果太多低级语法的话审稿人其实会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此外的话做这个计算机视觉方面的一个研究的话我比较推荐 Wells 这一个社区，它是一个华人最大的一个计算机视觉的社区，然后它大概每周都会有一些讲座还有一些讨论也是非常好的。那这里的话我给大家筛选了一些就是关于做科研方面的一些讲座，就是在这个 Wells 的官网上面去搜这样一个关键词就可以搜到对应的一些讲座，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资源。先回答一下就是之前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因为研究生的话可能任务非常多，像需要我们上课，然后还要做科研，还要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实习什么的，那怎么去合理安排时间那这个就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要分好这个任务的一个主次，就是研究生的话首先课程跟研究之间我觉得重要的是做研究。我在入学导师就跟我们说研究生跟本科生最大区别就是研究生他的重心应该是做研究而不是上课，所以说我一开始其实是把这个重心放在做研究上，而上课的话就是完成作业然后达到这个要求就好了。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做研究写作业的时候的话就是还是要减少外界的干扰，因为我们身边还是会比较多其他的一些诱惑，比如说同学可能出去玩然后之类的一些东西，那我们还是要先把自己的就是本职工作先做好然后才去参加这样一些活动。如果不能达到平衡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增加投入时间，因为大家相信大家都听过就是学习社交睡觉三选二，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投入的时间减少比如说减少休息的时间，但是这个的话还是得看大家实际的一个感受，就是也不要因为休息不够然后导致自己也做不了科研，这样子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说大家还是按照自己的一些节奏来。然后如何找第一份实习，首先的话就是如果自己一开始没有实习经验然后去瞄准大厂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大厂它后
候选人特别的多，然后他一开始都会对有自己的一个门槛吧，然后对候选人的要求比较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首先要累积一些项目的经验，那么就可以通过参加学校实验室的一些项目，或者说通过开口比赛的一些项目去累积关于这个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方面的一些经验，然后在累积完这些经验之后，我们再去做再去尝试这个大厂的一个实习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甚至的话可以先找一些比较小的公司，然后去做一些去做一些落地项目，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公司它的项目的话是什么样，是怎么去做的，然后也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次面试的一个简历上面一个谈资。然后可以尝试海投多家公司因为现在相信大家就是在无论是春招还是暑期，就发现就是说公司很多公司 HC 都比较少，那这需要我们去多多做尝试了。对，然后也增到我们这个我们通过了一个概率，我们海投多家，我们面试很多次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面试的一些套路，这样的话在后面的一些面试当中会表现得更好。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就是前面面试的时候可以选自己不太想去的公司先面试，然后后面等到自己想去的公司面试的时候就已经有经验了，这样的话也是比较好。怎么从零去产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对我的一个经验来说的话首先第一点就是打好代码基础理论基础。对我自己来说，我在读研之前其实首先去了上趟实习，然后在上趟实习的这段时间的话，就是也是培养了自己在代码方面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之前在上趟做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偏工程的，而不是那种科研的东西。当时需要做一个非常无聊的，就是把 PyTorch 模型转成 Caffe 模型这里面的话其实需要对模型里面的一些就是对这个代码，无论是 Python 代码还是 C 加加代码，都是比较了解，然后需要去看这些框架 PyTorch 可非它的一个源码虽然说当时的我看上去就是说觉得很无聊，但是我发现后面对我去理解这个神经网络还有各种模型它底层的一些东西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说多看这个模型的源码。那看完这个源码之后，你才知道下次如果你要修改这个模型的时候，你需要去改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就是代码基础理论基础。就是比如说反向传播，你是否知道它的一个理论的推导，就是这样一书里面都是有很详细的一些推导的，就大家不要去忽视这样一些理论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对你可能是你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些改进的点的话，就可以做一篇新的论文了。这些在面试的时候也是会问到了一些基础的问题。然后第二点就是熟悉掌握科研的工具，就是我刚刚介绍的关于做科研整个思路在每个阶段，比如说文献检索，还有就是怎么去读论文，对，都是有一些比较别人可以借鉴的一些经验的，然后需要我们就是多跟实验室的一个师兄师姐去请教或者说在知乎啊、 B 站啊还有 Wells 这些网站上面去多寻求一些帮助，对，然后使得自己呢能够熟练去掌握这些东西第三点就是有充足的一个计算资源，因为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是只有一块 GPU 的一个实验室，一个是有100块 GPU 的一个实验室，那么我们要做3个月才能够比得过人家做1天的实验，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是做不过别人，所以说还是最好还是说要找一些GPU 比较多的一些地方去实习，这样的话能够去快速的去让自己能够产出成果，因为因为做实验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不断的去试错的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次实验就可以的，就是需要日日夜夜，然后堆大量的一个计算资源，多做尝试才能够去出比较好的成果第四点就是有靠谱的指导老师，因为我们刚做科研的话可能就是不太懂这个科研的套路，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师或者说师兄师姐能愿意去带我们去帮我们去跟我们一起走一下这个就是从这个问题提出
然后到中间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去修改怎么去打磨我们的想法，打磨我们的 idea， 最后的话去怎么去撰写一个论文，就是需要前人去，就是说比较靠谱的一个老师或者师兄师姐去带我们走一下这个流程。如果自己去摸索的话，肯定是有非常多的坑的。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就是最好一个是，如果实验室有类似的这样的是比较厉害的师兄师姐的话，一定要抱紧他们的大腿。或者说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尝试去找实习，然后在实习里面如果 mentor 是比较厉害的那种也是非常好的。像我之前的论文的话其实也是很多是在实习的时候发出来的。对，下一个问题就是实习和科研如何有效结合。因为研究生来说哈，其实最后的话都是需要产出论文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实习的话，我们可以着重的去考虑跟我们在实验室跟我们在就是学校的这边方向比较 match 的研究部门，这样的话我们做的东西是一致的。这样会比较好，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学校老师可能会放我们去实习，另外我们做的东西可以去写在我们的毕业论文上。那关于人工智能方向的话，其实可以选的是很多的，有很多 lab， 像 MSIA、 华为、腾讯、阿里、旷视、商汤，很多 lab 都是有做相关方向的。大家就是要选就是跟自己方向 match 的这些小部门。对，要多打听那些小部门它的 mentor是比较靠谱的。第二点也是比较重要一点，就是其实在实习如果要发专利或者发论文，是需要涉及到一个论文挂名的问题。很多学校导师其实是比较在意这个问题的，所以说我们首先跟这个学校导师去沟通这个论文，他比如说企业的话，他能不能挂咱们学校是唯一的通讯，或者说他只能挂咱们学校是共同的通讯，这个都是需要提前去沟通的。就是最好是在实习之前，就是实习刚开始就沟通这件事，而不是到论文已经写完了，然后最后才发现企业他只能给学校挂一个共同通讯，但是学校老师又希望是拿独立通讯，这样比较尴尬的局面。所以说还是需要提前去做一些沟通。关于就是毕业之后是就业还是读博，我在这里的话列了几个原因，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就业的话，第一点是不想做科研，因为我感觉兴趣是读博最大的一个因素吧。就是如果没有兴趣的话，读博还是比较艰难的，需要短则3-4年，长则5-7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还是非常如果没有兴趣还是非常难受的。所以说兴趣必须是第一位。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就业，像就是说想 早点进入工业界，然后想抓住现在的一个硬科技的风口像半导体啊、新能源、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些风口。所以说怕担心就是说读博之后可能这些风口已经过去了。第三点就是硕士毕业之后去工业界能够拿大厂人才计划，在一个4-5年之后，他可能比一个博士生刚出来，就是说他在企业上面他累积的经验的话，其实是会更好的，相比于这4-5年去拿去读博这样的一个就是读博在学校的一个科研经验来说，他在企业累积的这种落地的经验可能会更好。关于读博的话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喜欢科研，然后未来想走体制内教职还有企业的科研岗，这种的话博士它的优势其实是远远是大于硕士，比如说体制内教职这些是肯定是特别明显。对，然后企业科研岗其实也是更偏好博士，就是以我之前的一个就是在企业的一个实习经历来说，博士他的一个晋升空间还是就是对于科研岗来说，他的一个晋升空间肯定是远大于硕士。第二点就是喜欢科研，然后读博期间成果很多，能做出很有影响力的工作，在你的小领域已经成为一个佼佼者，这时候的话走工业界而且大概率能拿这个博士，非常推荐大家去读。第三点就是不太推荐的一个情况，就是成果一般就是比优秀的硕士好一点，甚至差不多。毕业的话也是走工业界，这个时候可能跟优秀硕士相比的话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优势吧。对，因为如果不是走科研方向，而是走这种落地的话，其实跟硕士跟优秀硕士比的话优势可能不太明显这时候的话就是不太推荐读博。下面有两个 tips。 第一点
就是尽早做决定，就是最好是在研一刚入学或者说做科研做个半年，就是能够决定自己能够想去就业还是读博，因为这两个方向其实准备的还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就业的话可能就是要提前的去做刷题然后如果是读博的话可能要准备一下英语，对，就是如果能尽早决定的话就能够有效就是增加这个有效投入，避免走弯路。第二点就是如果想进工业界，一般情况下硕士毕业之后一般是直接就业的，如果觉得自己博士能够出非常多成果，然后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人的话，那么也是可以考虑读博那么非常感谢东子哥给我们今天分享他的这个读研期间的经验，然后如果大家对这次采访的 PPT 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呢关注东子哥的公众号机器学习呢与 3D 视觉，或者扫描图上的二维码回复采访呢就可以获得本次这个东子哥的采访 PPT 那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记得一键三连，一键三连好，拜拜拜拜拜拜。你跟他们一起交流会有落差感吗？铁定血亏啊黄焖鸡还要点小份那个猪脚饭还不肯多加一个卤蛋上周学长一个人偷偷去参加了这不是我的频道吗？不是应该我来说那你来说吧你说。上周呢我去参加这个同学的硕士同学的一个小聚会吧，然后在广州然后呢回来学姐就说这么好玩的局都不带我去我说我们这个是专业同学局一个是这个某互联网大厂不能讲名字，然后这个五星员工，然后现在的话已经离职了，就是要自己做点事情。一个呢是在这个硅谷做 AI 工程师，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原来在这个宝洁的快销，然后现在到了这个上市公司做董助，刚好这一次跟他们聊聊有一些感悟，我还发了一条动态，然后征集了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专业啊就业的问题，这是一期这个专业唠嗑视频那我看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和我一样，多少钱？你们这个就是你们这个专业应该是很就是 money 比较多，大家在线下都比较礼貌，都是什么学长学姐你们好，然后到现在就是你这个多少钱？我们都是这个文明礼貌的人，不能这么直接问要怎么问你要问他说你年薪几位数年薪几位数开玩笑我问了，就大概是比如说他们这几个还比较有这种代表性我就分三类来说吧，就第一类这个互联网大厂的那个同学，他说有一个小程序叫这个 Overshoot 上面呢就是能够看到你所有这个硕士啊博士同学这个薪资的范围，他这个范围是基本就准确的，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去看，然后他们每年还有两次调薪，所以你这次是不说的是吧80家，就他工作两年可以达到80家年薪，然后这个硅谷的这个同学呢也推荐一个地方叫这个一亩三分地，所以那个大厂的是80家大厂是80家，硅谷的这个呢起薪他当时已经是破百万了，这人民币破百万，然后就第一年他现在的话他不说，他叫我自己去看他。然后这个快销的这个同学呢之前在宝洁，他说外企的这个薪资体系都是非常比较这个透明的具体的话我给大家找张图吧其实我还挺好奇一个问题的就是你3年以后跟你的同学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早早工作的人每年已经可以赚很多 W 了，但是你每次点那个点外卖的时候还要用优惠券，还优惠券，优惠券，还优惠券，我们都在用力的猪脚饭还不肯多加一个卤蛋你心里会有落差感吗这个存啊，该省省该花花，这个落差。怎么骑着自行车去酒吧？是，落差感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就是说读博也是一种不一样的这个人生体验。就他们经常就安慰我，他说：“哎呀，好羡慕你还在学校里啊，不用打工啊。”也许人家只是个客套话。是啊，我也听不出来这个到底是客套话什么。然后我也就做完，我也就说这是不同的体验。我觉得确实可能是，我觉得确实吧，可能就是打工有打工的那苦，然后就上学有上学的轻松。你要我说，我觉得这个羡慕这个等级是真的是没法穷尽的，因为我听学长讲他们的这个工资，那我们文科生像我一句话也没说。我们得说什么？但粉丝里面肯定有很多是我这个心态，什么动辄什么几十万、几十万，我们这动辄三五千。原来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读完硕士再打工。我觉得可以的，你读完博士再打工是吧？反正终究是打工，对。所以你们到底在聊什么呢？我们这次这个主题是有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创作的，就是你们聊这么正经的话题。对啊，就什么 AIGC， 因为那硅谷的同学回来嘛，然后又有广告行业又有游戏行业的同学，然后他们就聊说这个人工智能怎么在他们的领域上去用，就不知道这个圈外的同学最近感觉这个人工智能怎么样。我们这圈内的同学每天感觉跟过年一样。我感受到了，就是学长每次有一个什么，就前一段时间什么 ChatGPT 就各种攻击，他就会说哎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看，然后怎么样。大家分享就是圈内和圈外同学是不一样的，学姐每次就什么不要跟我讲，
因为就是人工，因为我不了解，所以我就觉得又怎么样呢？是不是跟原来又一样的，又差不多的，就那样了。你每天都有新的工具出来，天天都有人开发小程序、APP、网页，所以我就麻了已经。所以这一次呢，作为我们这个 AI 专业的同学，我们感觉是真的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哪些不一样？这个人工智能创作，像这个 Midjourney 啊和这个 OpenAI 的这个 ChatGPT， 它是你真正可以用，它可以马上就可以加入到你这个什么学术写作啊或者写邮件的那个工作流里面。你想想，心动不心动？马上就有一个智能小蜜来天天帮你写邮件。我给大家举一个这个最生动形象的例子，就我原来特别害怕写这个英文的邮件，因为它本又有什么格式啊，又什么礼貌用语啊，然后你又不知道讲的合适不合适，有没有写错。我现在就是把我的意思告诉给这个 ChatGPT， 然后它马上就能帮我写出一篇至少是八九十分的一篇这个英语的邮件。所以你用在了什么场景中？我原来催那个美国大使馆帮我办签证的邮件啊，包括和美国那边学校的一个小蜜的联系的邮件啊，还包括一些和老师的一些正式的邮件都用上。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你只用把这个上下文和你要表达的这个中文的意思告诉给这个 ChatGPT， 然后它就能帮你生成出一篇有这个礼貌用语又有格式，然后又有前戏中戏后戏都有，对，又有中心思想的东西，然后你还不用害怕它有错别字的。还有很多我们同学用它去改这个英文的论文了，他感觉要比自己写出来的要好很多。然后现在是呢，我们这个智能工作有小蜜，但是我们这个生活上，这个体力工作上还没有这个小蜜。中途我们几个同学也聊了一下，就毕业这几年来工作啊、学习啊都越来越忙，然后忙起来之后就感觉这个脖子就会很不舒服，轻则可能是酸累呢，重则可能都要去看医生了。你不是去看过吗？最近在准备写论文的时候呢，经常也是这个一坐一整天，时间一长呢，脖子就会感觉这个特别硬、特别的胀，严重的时候呢，这个抬头低头还会有这种晕晕的感觉。姐呢就劝我多注意一下。所以最近呢，我也用这个 SKG 颈椎按摩仪做放松。去年教师节的时候，我们师们就送了一个 SKG 的按摩仪给导师了。教师节礼物用起来呢，是有这种酥酥麻麻的这种感觉，和我们传统见到的那种机械按摩仪不一样。脉冲按摩的原理呢，是给酸胀的肌肉呢发送一个这个运动的信号，让肌肉自己去拉伸，而不是靠外力去挤压。肌肉活动开了呢，自然就不会这个僵硬和紧绷了。以前在家呢，学姐也是经常让我帮她按摩，但是我按一会儿呢，这个手就酸了，然后学姐还嫌我这个力气不够大，按不到位。SKG 这个按摩仪呢，用的是这个中频脉冲，能够直接按到脖子的这个深层的肌肉。最近学姐写完论文的时候呢，就会用这个按一会儿，比你按的舒服多了。坚持用还会更有效果。这个按摩仪呢，还有一个亮点特别吸引我，是它比较这个小巧轻便，像我们这个平时出差坐动车啊，或者日常的通勤，都可以把它挂在脖子上或者揣在包里，非常方便，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Midjourney， 意思就是你只要给它几个这个提示词，它就可以生成你想要的那个图画。比如说小时候经常有时候提一些，比如说它要海豚车，海豚提什么三个头的蛇啊，五个头的鲨鱼 啊，这都算了。它要海豚车，就海豚下面有轮子。然后这种东西呢，你看小孩的想象力，我就把这个东西告诉给 GPT， 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有这种会什么会走路的鲨鱼，会哭泣的虎鲸。那是不是因为有什么科研的重大发现或者原理性的重大突破，让今年就变得这么快呢？是啊，未来不是有那个图灵测试嘛？就是说，你如果去跟一个机器人聊天的话，你发现不出来它是一个机器人的话，它就通过了这个图灵测试，就觉得它已经可以扮演一个真人的形象了。然后它这次的这个 ChatGPT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能力。就我们原来像我们家里都有一些什么小米音箱啊和小猪机的，大家不会主动说我去跟他聊一聊，因为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机器，他很笨，然后他没有什么智能。但是其实这一次这个 ChatGPT， 为什么我们会愿意去跟他聊天呢？就跟他工作，是因为我们真的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秘书，或者说小秘的这种人类的思维体现在了里面。对。那另一方面，也就意味着人类现在有这种大规模复制这种智能的能力了。就原来有一个东西叫摩尔定律，它讲的是这个地球上的这个芯片硬件的数量，它每隔18个月就会翻一倍。你想想，就从2到4到8到16，它这种指数的在这样增长上去。这个 OpenAI 的创始人，他现在提出一个新的摩尔定律，又叫这个奥特曼定律。就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奥特曼。他说，每过18个月呢，这个宇宙中的这个智能体的数量呢，也会翻一倍。那个事情就很可怕。你想想，我们人类的话，我们两个人只能生一个人，对吧？但是智能体呢，它不断复制，不断复制就特别多，那就会出现一种智能体来统治人类，说人类变成一个弱势群体或者小族群。所以大家要把这一次称为这个硅基革命，就我们人是由这个碳组成的嘛，就是我们叫碳基生命，然后这个智能体呢硅组成的，所以它就叫硅基生命。这样把这个潘多拉魔盒可以打开了，人类创造一种可以来统治人类自己的一种生命。觉得你们
就是你作为人工智能方向的就是业内人士，我觉得是业内人业内打工人士，你觉得 AI 对以后找工作真的有影响吗？我看其实很多人还挺担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很大，就国外也出了很多报告啊之类的。我自己的几个想法，第一呢，它肯定是从这个工资高的先开始替代，就是说它先把我们这种程序员啊什么之类的先会一部分的那个取代。所以它会取代科学家吗？这个谁也说，我对于这个事情都还是比较乐观。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创造的工作岗位肯定会比他替代的还要多。对，然后甚至就是说我们可能不用工作的那么辛苦。然后另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更加主动去拥抱，就是和 AI 一起工作。比如说现在在用这个东西去生成一些模特的图啊，还包括像我用它来写邮件啊，改代码啊，甚至是让它作为这个心理咨询师或者是老师来帮我们解决一些我们生活的问题。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产品它现在做的还不是特别的完美，因为学姐她还没有达到这个学姐的那个严苛的质检标准，学姐觉得还暂时不能用。就是学姐有一次用它去处理了一些东西，然后她取二胎的名字，包括取二胎的名字，我把我们全家人的名字告诉她，然后告诉她如果我想生一个二胎的话，帮我取一个合适的名字。结果她取出来的，还达不到这个学姐的这个文学审美的标准。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拜拜。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唐果果。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同学。啊，今天这期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幕父这个现象，特意拉了学长过来。什么叫幕父啊？幕父就是最近的一个新闻，然后大家对一个富二代就是极尽崇拜和羡慕之情吧。其实已经有很多博主说了，但其实我们今天是想借我们读过的一本名著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现象。这本书已经拍成电影了，而且是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你带我看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我能想起来，就是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既看了这个中文的原著，然后又补了电影，还把自己的这个微信的头像都改成了这一张书籍的这个剪影封面。这本书讲的是一个通过自己奋斗的那个新兴富豪，那盖茨比呢爱上了这个传统富豪 Tom 的妻子 Daisy 的故事。我以为你要说爱上了 Tom， 我吓我一跳。我看第一遍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女主角呢 Daisy 实在是太漂亮了，觉得 Daisy 很单纯，所以她撞人以后什么也不知道，觉得盖茨比最后没有跟她喜欢的女生 Daisy 在一起感觉太可惜了。 Daisy 就像一个小白兔一样的这个角色，是吧？对，但是我后来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学长又给我推荐了书，我去看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为没有能理解到这个作者背后体现的深意感到羞愧。那背后到底是这个道德的沦丧还是法治的缺失？我们今天让学姐给大家唠一唠。我翻开书的第一页，它上面就写了，他说每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要记住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你拥有的那些优越的条件。一开始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以为他只是为了劝我们善良。我一开始感觉是非常谦虚的一句话，但其实作者呢菲茨杰拉德是借这句话想跟我们讨论，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下，普通人的奋斗和道德显得非常的无力，就跟如今大家讨论这个寒门学子其实是一样的。你还记不记得电影里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争吵，这个 Tom 呢就去嘲笑这个盖茨比说，哎呀你这个学历是不是造假的啊？你就是一个私酒贩子，还嘲笑他的是个品味，说就不是这个正黄旗，是吧？对，就嘲笑他的努力呢，就是怎么努力也比不过我们。我当时看到那一段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嘲笑非常像这个精英阶层对小镇做题家的嘲笑。而我之前呢特别喜欢这个 Daisy， 但是在我看书的时候我的这个滤镜就碎了一地。然后我看书的时候我才明白这个作者为什么要给他取名字叫 Daisy。 Daisy 的英语名字呢就是雏菊的意思，雏菊呢就是纯洁无瑕的意思，其实是他自己带着纯洁无瑕的这个面具骗过了盖茨比，甚至骗过了我们观众，让我们觉得她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白兔。但其实她不是一个纯洁的傻女人，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而且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书里面有一个情节， Daisy 发现 Tom 出国以后非常的痛苦，那书里的这个 Daisy 的表哥 Nick 呢就去问这个 Daisy， 就跟她闲聊安慰她嘛，她就说哎你女儿怎么样，然后说到她女儿她当时就哭了，因为她生完女儿之后这个 Tom 呢就是在产房外就直接走掉了，去找他的情妇了。然后这个 Daisy 当时生完孩子之后他就很难过嘛，他就问那个护士，他说护士生的男孩还是女孩，那个护士就说生的是一个女孩，然后这个 Daisy 就说女孩好啊，女孩好。对，他说我很高兴是一个女孩，我希望她将来是一个傻瓜，在这个世界上女孩最好当一个漂亮的小傻瓜，就是 a beautiful little fool。 他说当一个漂亮的小傻瓜呢就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呢？我一开始跟你一样也不太懂，傻白甜的白富美差不多吧。然后我看到后面我终于懂了，他之所以这样说呢，其实他是想用这种傻给自己戴上纯洁的面具，这样呢他做了任何的坏事大家都可以通过他纯洁他傻替他抹清这个责任。那我还真没看出来原来还有这么一层更深层次含义。
对，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电影结局呢，都知道他并不是一个非常纯洁的人。我不一定能够感受到，但是我觉得他可以说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吧。对，而且他百分百不是一个很傻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因为他最后完美的甩锅了啊！甚至他在知道自己杀人以后就立马逃离，而且他知道了非常爱他的盖茨比给他顶包的时候，他没有给他留个一个信息，非常这个精致利己主义者吧。所以菲茨杰拉德呢，他就是用这种一种讽刺的手法，就是用一个外表看起来单纯善良纯洁无瑕的人来揭露了其实他们的内心是非常的自私自利的。你所看到的很多真诚善良其实都是他们给自己戴的面具，实际上呢，他们最爱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只想维护他们这个阶层的利益。所以尽管他的老公汤姆呢就出轨啊，然后做了很多无恶不作的事情，他还是最终选择了跟他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阶层的人，哪怕他是一个真诚善良非常爱他的人，为了他义无反顾的人。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书其实最终反映的是两个阶层之间巨大的这种鸿沟差异。也难怪就是这个作者他给了这个盖茨比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就是大家都知道最后呢这个盖茨比是被这个枪杀掉了。我一开始特别不理解，说作者为什么一定要写一个悲剧，把一个这么就真诚的人就这样一枪打死了。悲剧最能震撼人心，那把一个很美好的东西撕毁呢，其实是为了警醒我们，在现实中我们真的不要对权贵或者说富裕阶层有那么高的滤镜，投出这种超长的关注度或者说倾慕之情。因为你的关注和爱慕就像这个盖茨比对 Daisy 的这个关注和爱慕一样，在他面前是不值一提的甚至到最后你们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会毫无反顾的就抛弃你。抛弃你。就像盖茨比最后死了以后，大家也知道就没有一个人来参加他的葬礼，甚至没有一个电话都没有。书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 Nick， 那他是这个 Daisy 的表哥，然后他通过 Daisy 和盖茨比的关系认识了盖茨比之后，也和盖茨比成为了朋友。那这个 Nick 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觉得作者他有很多观点他都借着 Nick， 他用了他的视角在写作。对，因为这本书呢就是以 Nick 的视角来写作的。那这个 Nick 呢近距离的观察到了他们之间的爱恨纠葛，而且还见证了盖茨比的结局。那最后呢这个作者菲茨杰拉德借这个 Nick 的嘴呢说出了他自己的价值观，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在盖茨比死之前呢，这个 Nick 呢对盖茨比说了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们全部腐朽软弱，他们全部加起来呢还比不上你一个。那句话呢也是 Nick 对盖茨比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也是作者其实想给我们传递出来明确的价值观，就是作者是欣赏这种从无到有从零开始慢慢奋斗起来的创意代，而不是在精英阶层中那群披着伪善外衣的这群人。书中的结局呢其实就是 Nick 对这个纽约呢失望透极，他觉得非常的虚伪，然后最后选择了离开。其实我现在跟大家聊这个故事，我还是能感觉到作者他传递给我们的这种价值观，就是他希望我们能够远离这种纸醉金迷，远离这种喧嚣与热闹，就更加专注自己的生活。这部小说呢也是在某一次的评选当中啊获选这个美国20世纪呢最伟大的小说的榜眼。其实我们所处的这个当今世界和当时那个美国纸醉金迷啊或者说娱乐至死的时代呢也有某些地方是有相似之处的，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那些时期伟大的一些文学作品呢来启发我们的思考。其实与其在互联网上呢把自己的很多精力投入在窥探有钱的人的生活，或者对他们投入过多的关注，甚至贬低自己矮化自己，还不如多关注自己的现实生活，然后在现实生活里披荆斩棘。其实我们正确的应该就是既不要嫌贫爱富，也不要就妄自菲薄。我觉得学姐从这个文艺批评的这个角度确实给我们解读出了不一样的所以文科还是有用的吧，非常有用，就是说代码我不会编，文科生通过改变理科生来改变世界是好像有点套。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种两个人一起来聊一聊的话，点个一键三连，我们以后会更新更多这样的视频。我也想讲一个自己觉得比较有感触的一个话题，考研的同学呢和这种保研上研究生的同学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有什么优势或者是劣势吗？哦，这是可以说的吗？可以。对，他说了。第二个呢就是怎么去自学人工智能 AI 呀、包括像做科研上的我自己走过的一些弯路嘛。我觉得考研同学的定义至少就是说你经过了大概这个什么半年啊到一年的这个学习，明显的就是你这个基础呢就都是优点。那么缺点呢可能就是说问题的意识不是很强嘛，并不能就是很好的区别于什么是好的一个科研的问题。现在自己想想最大的缺点其实就是没有做到就是很快的上到科研这一个什么盈亏同源，是吧？我们在考研当中花了很多苦功夫，然后用很多笨办法，然后可能拿到的结果，但是做科研战场已经是改变了，它不单纯是在吃基础，然后更多的是你要能够发现很好的这个问题，或者说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于这个考研的同学来说呢，其实也就是说你在考研的时候做的那些什么数学题啊、英语题啊之类，都是有一些这个考研名师嘛，我在刷一些别人给我们划定的一些好的题目。其实，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其实可能这个题的话就要自己去找，你要自己去判断说，哎，这个题是不是一个好的题？即使是这个老师给你的课题呢，你要学会去自己要去判断说，啊，它有哪些好的解决方式是你可以做出来的。到了博士生的时候，可能你要自己要出题，出一个好的题，然后你才能把它很好的解答出来。那么接下来讲一下我自己的那个专业，数据科学或者说人工智能。大家自从知道我是学这个数据科学之后呢，就不断发私信来问我说，哎，学长怎么学 Python 编程啊？然后学长怎么学那个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啊？然后又学长怎么样找自己的那个研究方向、写论文、发论文、毕业、找工作？今天可以就我自己走过的一些弯路聊一聊吧。前几天刷那个知乎，然后有一个那个问题，如何系统的自学这个机器学习？然后呢，我心想，因为哪个营销号又开始来回答这个问题，让我点进去好好的批判一下他。然后来点进去了，发现是那个吴恩达老师，是吧？但是吴恩达老师那就算了，初学者呢，可能大家还不太知道这个吴恩达老师。吴恩达老师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这个学这个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人，90%以上都是跟着他的课程入门的。就他本身是这个斯坦福的教授嘛，然后很早之前就开始教这个机器学习这门课了。然后我前两天跟一个 MIT 的一个博士生聊天，然后他说他们也一样，他们说他们也是看这个吴恩达老师的课程入门，所以他就说全世界的人都是通过吴恩达老师入门。那他其中就讲到，他说怎么样来这个自学的？他说首先呢，你要掌握一点编程基础，注意啊是一点，然后待会会说这个一点是什么意思。第二个呢，你要掌握一点机器学习和数学的基础。那么第三个呢，你要找到一个领域长久的待下去，基本上就是这么三步吧。那这三步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像说怎么样把一个大象放进冰箱里？就是第一步你要把这个冰箱门打开，是吧？第二步你要把这个大象放进冰箱，那第三步呢再把这个冰箱门关上，就总共是分三步。那么其实这三步里面呢，其实会有非常多的坑，我就讲一下我自己学习当中的一些坑啊。那首先来讲这个 Python 编程这个事情呢，其实非常神奇的一点就是，所有没有学过 Python 的人都会觉得这种技术非常神奇，是吧？比如说 B 站上吧，就何同学用它来控制这个送煤饭，是吧？然后智慧君呢用它来控制这个机械臂，然后还有那个崔同学呢用它来驱动一些 AI 的程序，就感觉它用的各方面，就是说不会的人觉得它很神秘，但是会的呢，每个人都说这门技术其实很简单。在自学这个 Python 的时候，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就是特别特别重要，就千万别学多了。就所以吴恩达老师他在前面其实他加了一个限定语，他叫变成叫一点。就例如说，有一些培训机构他卖这个 Python 课嘛，就把一门课就做得非常的冗长，因为水时长嘛，这样才能卖课才能赚钱嘛，对吧？正确的学法，给大家说一个小例子，大家可能就能明白。刚上研究生的时候，然后我身边有一个就是浙大计算机的这个科班出身的一个同学，然后我就问他说怎么学这个 Python， 然后那个同学丢了一本书给我，他说你把这个一看4个小时，一个下午就学会了。我当时心想这也太装逼了吧，这么神奇的技术能够4个小时就能学会吗？但是后面我自己学一下，包括后面自己用一下，其实我感觉4个小时不能再多，再多的话就有点受不了。是这样的，不是说这门技术就是说你4个小时一定能就精通这些东西，但是4个小时你可能只能把这两部分大概学一点点。但是其实这一点点就已经够了，因为你在以后用的当中呢，你应该是不会什么的时候再去查什么，然后你在那个项目当中呢，你才能真正的学会。就说你即使把这个80个小时和耐心的全部看完，其实你到真正应用的时候，你该不会还是不会，就等于说学了白学，卷了白卷，就这么个意思。更多的当中，你应该要去项目和实战当中去学，然后不断的反复去练习，这样你才可能真正的去掌握。那一点大概是多久呢？大概就是我说的这个4个小时到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不能再多了，就大概是这样。因为在你自学的时间过少呢，其实你的耐心啊，你的一些耐力啊，一些坚持啊，基本也就被磨灭了。你以后就对这个东西再也没有任何的兴趣，就进入那个闲者模式了。嗯。我当时是看那个一个叫廖雪峰 Python 的，他有一个网站，我就跟那个网站把他那个一些例子啊全看了一遍，然后另一个呢是密西根大学有一个 Python 的课，在那个 B 站上，但我把那个链接都附在这下面。其实就大家跟这些经典的资料，大家看个最多一周时间就要把这个基础就过了，就过了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么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之后呢，再聊一聊人工智能在这个创作方向上的应用。向大家介绍一款 AI 写作的高效免费工具密塔写作猫。
它有三大功能，中英文纠错、改写和获取网络内容，可以助力我们的这个论文写作。比如我们可以用改写功能进行这个论色，大家经常看我这个 BB 空间说就像在看这个残男剧，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改写内容能不能让我们的话更合理一些。它改写成了这个女人离不开男人，正如鱼儿你离不开自行车，就是你看它做了这个同义词的替换，把这个自行车呢换成了单车。那么这个古文改写呢，它改写成这个女不可无男，犹如鱼不能无车，觉得这个迁移到这个论文场景下其实还是很好用的。那么我们再来试一下它这个纠错功能，那么这句话输进去果然和学姐说的这个错误一致。那么除了这个简单的错别字之外呢，它也可以检测这个多字啊、少字还有其他的这种错误类型。那么除了中文呢，大家论文摘要写作的时候呢还需要这个中英文互翻，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英文翻译的怎么样。比如我觉得这个是改得非常好，这只要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直接拿来当翻译来用了。第三呢是这个网页捕捉功能，它可以使用这个插件来解决这个网页无法复制的问题。例如呢文库就不让我们用，这个一点一点的打是很浪费时间的，我们用这个密塔的插件呢，这个文字识别功能获取你想要的内容。那么更多的场景呢，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那么第二点呢，就说到这个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基础。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人工智能啊，就是 AI 啊，和这个 machine learning 啊 ，deep learning 啊，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啊？都非常经典的，什么就是说，那这个 AI 可能是最大的 ，machine learning 呢是二级的 ，deep learning 呢是三级的。意思就是说，人工智能是最大的，不光是这个计算机啊和统计的人在学，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搞哲学啊、搞神经科学啊，什么它各种都可以涵盖在人工智能旗下。那么这个深度学习呢，就是近二十年来因为神经网络和算力和数据的一些发展呢，导致这个领域蓬勃发展，然后旗下呢，它可能也会对应的一些下游任务，比如说我们经常听说的什么计算机视觉啊，什么自然语言处理啊，这就意味着其实这些领域它涵盖的特别广，如果你每个都想去接触，然后每个都想去把它学精来的话，其实就意味着你没有一门可以学精，会有真正的进步。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说你只是学了 Python 的一些前端爬虫什么，你不去在你的科研或者这个项目当中去应用，其实你就等于学了等于白学，就等于没学。其实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可怕。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前面也要加，就是这个一点，就是也要加上这个一点，就是只能拉一点点，不能拉多，是吧？就这个东西如果一旦搞很多的话，就是你根本就搞不懂。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是没有一次性学明白过，然后就让我不断的去学。就他这个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就是那个陶哲轩老师，他在讲数学的时候，他给了一张图，大概是这样。其实你数学的知识，就我比如说我们小学学的数学呢，可能就是那个三分钟上的一个小尖尖，大学和线性代数啊、高数啊，全部都加起来。但是可能你学到这里的时候，你大概只能看到三的一个上半部分，但是你越学越多，越学越多，你到下半的时候，你才能看清楚整个这个数学的全貌。其实这个统计机器学习呢，它也是类似的，因为它本身它就是要统计嘛，啊，就是一种数学。然后啊，其实你可能看到那个什么数据学习十大算法的，它可能只是就三间，然后你要懂得它基础的这个全貌的话，你要全部学起来，就各种各样的数学，就给大家上一张那个数学深海图。所以这个其中自学的时候，这个要注意，就是说你不要期待说一次性就能把它搞懂，你可能每次只能懂一点点，但是你要循环往复的话，每次都有新发现，每次都有新感觉，大概是这样。然后在这个自学机学习讲完了，自学这个深度学习有什么呢？就自学深度学习这个东西就比较 tricky。 对，这个深度学习其实也有不同的这个入门方式，也有不同的门派，像什么武当啊、少林啊、峨眉啊，甚至还有一些什么魔教啊，什么各种都来了。就是比如说非常吃这个数学基础，那你就从少林这种稳扎稳打的这种感觉，是吧？那比如说像盖刀，那这种就是属于纯实战型的，就是计算机的人，那他学这个 deep learning， 他说我什么都不管，我直接上来我就用代码去实现某种算法，然后或者来实现某种人工智能的功能，然后反正我能把它调通了，我就觉得我自己能搞懂一些，就是一些。那当然这也是一种这个入门的方法，像非常著名的那个 First AI 的那个创始人，他们基本上就是靠这一套去教学，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管，上来之后我接项目，让你把一个真正的人工智能这个输出给它调通来，让你自己有这种成就感之后，然后去学。所以他这个有点像，就是说直接上来就实战的，这也是一种学法。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实战和理论相结合，就是像我们研究生课堂这种，可能一学期20周，然后你既学理论呢，也做项目，啊，这种有点像就是什么武当派啊什么，反正就是实战理论相结合的这种学法。关键一点就是说，要学得快一点，就不要那么慢，因为这一门和这一门呢，其实非常类似，有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涵盖的面特别广。所以说，陆国南老师这一点其实给的特别好，就是说。你要非常快的从第一、第二点过渡到第三点去，然后在你的 research interest 点上面要待足够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所有要入门这个 AI 的研究生最好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这个可能只花一周不到的时间，这个可能最多也只能花一学期这样的时间来打基础。那学完之后呢，你要更快的进入到自己的这个研究的状态上去。研究兴趣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我是怎么发现我的研究兴趣。就我自己在家里带小孩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小孩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特点，就你教他会认这个真的这个猫猫狗狗之后呢，他就能认识你给他一个卡通的动漫的猫狗，他就能认识你。然后后来我在想说，那人工智能它认识了这个真的猫狗之后，它能不能认识一个动漫的猫狗？然后后来在慢慢的去做一些调研之后呢，就说啊，这原来这个东西叫迁移学习。我就凭着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去看看它到底在这个人工智能里面是叫什么知识线。所以有设计知识完了之后，就基本上就是靠 paper 和 code 来引导你自己在就是读文章，然后再写代码，然后完了之后。你看了这么多之后，你就自己大概能写点东西，然后再尝试去发表，找人帮你改了，然后这有点像是一个二八定律，就是你这在前面的学习时间可能大概只能占你，在你研究生学业生涯的20%，然后你要尽快进入到这个状态，就是你在做你摄取的状态，可能能够占到你研究生就有效工作时间的80%了，这样尽可能的保证自己的产出吧。这就是我自己原来走过的一些弯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的基础不牢的，我觉得经过考研同学其实基础是完全够来学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 deep learning。然后更关键的是你要到项目当中去待，到你自己的这个研究方向上去待足够长的时间，才可能会有产出。这照片是你吗？是我。是吗？是啊。那时候我还很瘦。这就不是你。你说他不是我？不是。我说他也不是我，这他妈根本就不是我。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很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花时间读个研究生，总得有个专业吧。那天去照相馆照相，他们给的就是我这张。我和他们说这不是我，他们说这就是你。我说这不是我，他说这就是你。没法，就把它贴着了。哦，是这样。哦，什么呀？这明明是我。以为有被笑到吗？要记得30。就是自己觉得无聊了，我很喜欢那个姜文拍的那种《子弹飞》嘛，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在 B 站上面看，然后想着说，那我就自己模仿一段，其实也算有感而发。就是，其实我感觉现在就大学生的专业，因为我们招进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是机械，什么是计算机，什么是电子。然后就莫名其妙就学了，然后学了之后呢，别人给了你一张证，说，这个就是你。然后你说，这个不是我。然后他说，这个就是你。然后你说，这个不是我。然后没办法，就把你贴在这，然后你就写在简历上，然后你就得出去找工作，然后就莫名其妙，对不对？那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在大学也好，研究生也好，甚至说到了博士，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搞清楚你自己到底是谁。就其实我自己真的没想明白，就是我原来我姑姑给我买了一台苹果电脑，就我那台苹果电脑是我姑姑送给我的，然后她送给我之后呢，我拿她去参加了很多创业比赛，也去实习什么的，就我自己还做得挺开心的，然后也蛮有成就感的。但是我总是在想，我说她给了我一台这么贵的电脑，然后她本来是希望我是做一个，因为我硕士读的是计算机嘛，然后我总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拿它去写代码？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既然有机会说进一步学习的话，那就读个计算机，就接着深入读一下呗。然后有一天读的时候呢，我就去跟他说，我说，哎，我很高兴升上这个计算机的博士，终于也用我的电脑来做一点正事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看你上课不是做得不错吗？你怎么不继续做？我当时想说，是做得不错，但是可能就觉得社会上好像在跟我说这个是你，然后我说这个不是我，然后他又告诉我说，他说这个是你，然后。就变得很没有主见的。对，其实你看我从小到大的话，我是属于很自由很宽松环境长大，没有人告诉我说
你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结果我还是有些方面还是失去了主见，就很难去坚持一些东西吧，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对，所以就很搞笑，就录了刚刚那一段。那既然今天跟大家分享，就除了搞笑和讲现象之外，那肯定也要讲一讲，就是说我这三年来到底有什么感受啊？但当然就是有感而发，没有什么太多准备。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工科的学生啊，真的就是你很难换方向。就我记得我研一的时候，就因为当时要选导师嘛，然后当时就找了就找了我们信息学部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就说到了，他说你做一个工科生的话，你不可能经常去换方向的，因为工科生是你是需要试错的，就即使给了你一个很好的题目，然后你是在一个概率的空间里面，是在一个很好的概率空间里，意思就是说即使你运气很好，你选的方向很对，但是你也是需要那么半年一年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去把这个课题给它做完。像我那篇文章从做到发出来，这已经是一路非常顺利，就没有遇到任何的挫折，因为路上有老师啊，各种人指点，然后完了之后这么顺利，也是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更不要说你如果有一两次试错的话，你就根本不可能说在很快的时间把一个工科的方向给做出来。那你经常换方向的就会导致你任何方向都是从零开始。所以这是我觉得如果说工科研究生读研的话，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选好了方向之后，你很难变，真的很难变，就是你最好是选好了就不要变，然后即使你要变的话，你变了的那个方向呢，你就不要再变了，对，要不然的话，你真的会，一个是你会失去自己的专业方向，你会活得很痛苦，另一个呢，你也会丧失你自己的专业性吧。这点呢，其实我本来不想说的，因为实在是过于有一些现实和残酷。就是我一路从本科，然后读到研究生，然后就从普通的一本，然后学机械的，然后考研到了那个清华的计算机，可以说就是从一个就比较一般的专业吧，然后考到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然后在博士的话又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再往前走了一点。一路上看到一些东西，就真觉得无力改变，就是四个字，你知道吗？就是就。我举个例子啊，所以说具体，比如说你进研究生的时候，你的水平就决定了你能不能选择好的导师，对吧？然后你能不能选择好的导师呢，就意味着你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科研的环境，然后包括你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做出很好的成果，这当然就是一环一扣一环的嘛。但只有很少数的，就是说他真的是就脱胎换骨，他真的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他自己，他真的能够逃脱出他原来的那个阶段，然后他才能做出更好的成果。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要用阶级来理解的话，就是说你生下的时候你做不到这个法拉利，他们说，那你这辈子能做到的概率就很小。那你真正要能做到，就意味着什么？就是你真的是脱胎换骨，你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你自己。所以这个话说起来就真的就很残酷吧，对不对？就我相信，就算就因为有考研同学都是有改变自己的梦想，你们就会发现，在改变自己的道路上其实是多么的困难。就这是负面的一点啊，但是正面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一路走来也是看到了很多，包括像我自己啊，包括像学姐啊，就你说学姐说不是说她所有的那些小学同学中，可能只有她一个人读到了博士，就是即使有那么多人都。就是在改变自己的这条道路上不一定有坚持到最后，或者说就放弃了什么的，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就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努力的嘛。这所以说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性，就是你要改变自己，你要做出成就，你要取得好的成绩，很难，真的很难。就是你本来是什么样的话，你可能多少年之后你还是就类似于那样，但是呢你可以改变自己，但是就是你要做好这种脱胎换骨变成一个不一样你自己的那个准备。所以这就是我一路走来看到的吧，也是包括我自己感受到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大家经常会问的，就是说你从这个普通一本啊到985啊到什么这个清北 top 2啊，会不会有自卑的现象。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分两面性来讲。就一方面呢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自负的人，就是我总是觉得我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包括像我原来为什么我要在我本科的时候我要考研究生，其实我一直没跟大家讲过，就是很多互联网，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就业的时候嘛，互联网大厂
办 BAT， 然后的话就包括像华为这种，它现在还是依然是这样，就是它不会说去普通学校招生。其实普通学校你想投一些比较好的岗位的话，它也是不会看你的简历的嘛。这个大家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嘛。就张雪峰说他说五百强的企业他不会说我不要非985的学生，但是但是他不会到那些非985的学校去招聘，就很现实那个，对吧？但我当时就想，就是说我觉得我不比任何这些人差，所以他们能进去我就要能进去。然后但是我知道我其实去拿着我的简历去投了，我大学里面其实我表现很优秀，但是就很小概率能进嘛，我就不爽这种被歧视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说那我就要考一个最好的研究生。然后我就考到之后，确实我的简历就再没有被就之前我想去的那些公司给拒过。对啊，这属于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吧，就是说我从来不会在这些方面不自信。但是呢你说自卑，说觉得不如其他同学，我虽然没有真心的这样的会感觉，但是我觉得是不得不承认差距的。就我现在身边做的，就是我才读到博士嘛，我身边做的清华的自动化的本科、物理的本科、数学的本科，还包括像武大的数学系的什么的，我觉得大家的数理基础、英语水平，还包括像就学习能力，我觉得确实比我强很多。我觉得这是不得不承认的，就人家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就是你可以不服气，但是别人就比你强。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就是我虽然不会自卑，但是我确实承认跟他们有差距。对，但是也还在就在慢慢的追赶当中吧。然后从成绩方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不是跟大家差很多。对，但是从基础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确实有差距。我老师跟我说过，我老师对我特别好，我现在这个导师，然后的话他跟我讲过一些话，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说清华北大里面 top five 的，就有清华北大最前面的那5%的人，他跟清华北大里的其他的不一样，他们之间有一段差距。然后清华北大的普通的同学和一本啊，就和普通学校的一些同学，他们之间有差距。然后就是普通就学校里面有一段差距，学校之外有一段差距，可能学校里面的那段差距比学校外面的那段差距还大。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即使我从一本考到了那个清华的好的专业啊这样子，但是可能我将来要往前再走的那一段距离就是更难走的，而且是更远的。就可能有很多东西就是基础，就是天赋，像学数学学很多东西就是基础的天赋。对，大概是这样。当然你还是要勤奋努力，但是所有人都很勤奋努力。这里的每个人都不是想过来当混子的，对吧？就每个人考研的时候都不是想着当混子。这三点的话，我可以说是我这三年以来感受最深的吧。我觉得我都实话实说的跟大家讲，也没有顾及好和不好。就是大家如果觉得也对自己的思考啊成长有帮助的话，就记得给我一键三连，然后我们将来再讲这个理工科读研感受第二季，好吧？谢谢大家。然后学姐呢，每次就是我不知道，我不关心，我不懂，我不想了解，所以我就不想听你的那套逻辑体系，也一开始很反感，后面我们会反省，最终我们很难改变。做分析的人，他只能看到一个，就比如说这是一个三维的苹果，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个切面，我们看不到它是真实的一个状态。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我拉学姐 ，Hello， 大家好，跟大家一起聊聊就是老蒋啊，瑞平、侯翠翠这个伪下沉这个事情。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事件，这个事情就是侯翠翠百大之后呢，有个分析区的 UP 主老蒋，他就做了一期这个视频来讲说这个侯翠翠和峰哥是不是伪下沉，然后侯翠翠呢就做了一期视频来回应，就是说他不想别人这样分析他，然后把他这个推到风口浪尖上。第三阶段呢，就是老蒋开了一个直播，然后侯翠翠呢就来连麦嘛，然后同时呢峰哥还有很多百万 UP 主呢都过来这个分享自己的看法，史称 B 站春晚。然后第四阶段呢，就是有很多这个直播的切片啊，直播的录像、啊、在 B 站上传播了，很多人出来评价。然后呢今天是我觉得我和学姐的性格，我非常像老蒋，然后学姐呢非常像这个侯翠翠的性格，然后我们俩这个成长的侯翠翠的姐姐，然后我们这个成长环境也是很像，就是我自己是我爸爸是这个县城比较早的这个计算机的大学生，然后后来呢我们家又开了这个打印店，
然后这次呢，我看到我们家还有这个 iPhone 4S 的盒子，就是我是比较早接触到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一代，而且呢，我像老蒋一样，我非常喜欢对一些事情进行一些分析和评价。那学姐呢？学长成长环境讲一下来。我就是在村里，大家看我的环境就是在村里。我从小就一直生活在农村，然后上高中的时候才去城市里面，去市里开眼界，第一次。对，所以呢，我觉得那个直播当中他们讨论的一些话题啊，可能对我们俩也会有一些自己想法。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说世界是不是公平的？我觉得我和你的答案就肯定就不一样。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赚了钱之后呢，这个人是不是就会变掉？你是不是就会变成伪下层？而第三个呢，就是侯翠翠为什么如此的成功？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很多评论说这个侯翠翠非常容易激动啊，非常容易这个片面和自我。你是怎么看的？对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开始，首先来讲一下世界是不是公平的？其实他们在直播当中，其实我能感觉到，就是老蒋一直在说，就是说阶级啊、差异啊这些东西。侯翠翠一直说的就是说全国农村都一样。然后互联网时代呢，其实城市和农村差距没有那么大，然后大家都是平等的。他觉得他跟他的粉丝是平等的，没有说什么上层下层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和学姐差异非常大的一些地方。我觉得我本身是不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就所以我会留意很多这种不公平的现象、阶级差异什么的。我就是觉得就是农村人就是过得很苦，然后这个北上的这些公子小姐呢，就是非常又当又立，又当又立那种感觉。然后我会去关注这种外部环境的趋势的变化，就我会非常好奇，表现出来的就是我非常的这个好奇，非常的这个愤青，然后非常甚至有一点悲观，这是我表现出来的。但我觉得学姐就完全不是啊。我觉得我和学长有一个很大的分歧，就是他经常跟我聊很多不公平的现象，经常跟我说，哎，你看新闻怎么怎么样，然后经常跟我聊说，就是钱不是奋斗出来的，他觉得有的时候有很多时机，然后有很多投机的人踩中了什么样的机会就赚到钱了。但是他跟我讲这些呢，我每次都比较反感，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要关注那个？我觉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不行吗？我觉得，对他非常爱分析，包括这次视频呢，都是他拉着我说，哎，我们来分析分析，然后我纯属工具人配合一。对，就是、我你看，大家看学姐刚才说的一句话，他就说过好自己的不就行了吗？这也是侯师傅昨天在直播当中最常讲的一句话。他说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做好了我自己。所以学姐他们这种人生态度啊，他们是比较相信说这个世界是公平的，然后他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所以他不会去扭意，他甚至都听到他都当没听到一样，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事情。所以他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专注、非常平和、非常乐观的一个人生态度啊。对，所以我也不是，我觉得也不是说我听到就当没听到吧，我觉得是我们听到了，觉得没有办法去改变，因为感觉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我觉得我得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我才能顾得上别人。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你可能出生在农村里，然后你会感觉说这就是我的，这是我的主场，这是我的命运，我没有说对这个东西会有什么觉得不公的，对吧？对，就没有那么多埋怨，就觉得就我生在那儿了，那能怎么办？那就利用自己已有的东西慢慢去奋斗，大约是这样想的吧。所以我就总结一下，所以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个叫我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叫悲观者正确，这个乐观者成功。就像我和老蒋这样，我可以去分析很多，我是可以把它也许说的就是对的，对吧？但说对了这个事情又怎么样呢？但学姐呢和侯翠翠其实是非常乐观非常行动派的一个人，他们把这个事情做出来，然后他们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我觉得侯翠翠是很成功的，她做到很快的破百万粉丝，然后又是百大 UP 主。所以我觉得这两种人生态度没有什么好和不好，就是说这只是让我联想到了那一句话。那然后在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老蒋说赚了钱之后呢就会变成这个伪下层，就是说那侯师傅赚了钱之后会不会变呢？我先讲我的看法，我觉得他这个赚钱之后我觉得他不会变。侯师傅直播当中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一直想做视频赚钱的是因为他感觉上面很空。他这句话意思好像就是说他赚多少钱的感觉是没有什么安全感。那而老蒋讲了一个东西，老蒋说博主赚了钱之后呢就会这个大手大脚，因为他这个钱呢广告费呢是一笔一笔来的，他不是像这种上班这样一天一天这样干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和学姐非常像的一点。要不你讲一下你的这个消费观念，就是你有钱了之后你觉得你会不会变？我觉得你讲那个安全感那个我还挺有共鸣的，就是我的确是没有安全感，就是我赚到了钱我也不敢花，因为我总觉得万一我以后发生什么意外事故了呢，万一我就是觉得因为对就是没有安全感，就是觉得万一我以后怎么样了呢，所以我赚了钱也没有怎么变，我的钱都存起来了，都想着哎，我要存钱买房，我觉得大城市的房价那么贵，
我真的在我要存钱买房啊，所以我也没有去乱花，我觉得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比较少。对，就大家如果有去看胡师傅的那个直播啊，就是他讲的话跟学姐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会，我觉得他们就是分，就可能是因为从小成长的环境呢，就是说没有家庭，或者是没有家庭去给他就托底，他们是非常努力的得到现在这个粉丝的喜欢，所以他们会非常小心翼翼，而且他们不会去就是说去大额消费啊这样。而这个现象呢，在我自己身边这个亲戚我也看到，就是我的大舅呢，他在深圳有两套房，然后完了之后也是这个上千万的身价，但他们今年一家过年的衣服啊都还是四年前穿的那个。所以就是说有没有钱和他这个本质会不会变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两码事。我从他们身上看到，我觉得其实他们就没有变，他们一直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消费观。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原生家庭的关系，就是你出生在什么环境下，你出生的时候你父母没有给你留很多东西，你就不敢乱花钱，然后这个东西很难一时间就改变，你通过赚钱一下就改变，我觉得还挺难的。所以我觉得就学姐啊，他们这个学姐啊，侯翠翠啊，他们这个群体啊是非常自洽的一个群体，他们是非常能够接受住财富考验的一个群体还包括像我们家现在所有的钱我都是交给学姐在管，所以我觉得非常安心。对，是这样，就我自己平时要乱花钱什么还得去打申请我觉得这样有利于家庭发展。不过这个说偏了，所以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我觉得就是侯师傅这样，他赚了钱之后他也不是伪下层，他就是他们那个同等阶级的，他就是非常逻辑自洽的一个群体。那第三个呢，是来聊一下这个侯翠翠为什么这么成功啊。是我觉得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受众啊，从这个侯翠翠本身的能力啊，然后包括像 B 站的助推来聊过了。我这边补充一个视角，就我的视角，就是大家经常说这个有什么公司在助推啊，有什么神秘力量，我个人是非常相信侯翠翠他说的他是没有公司的。但是他背后的这个神秘力量我觉得是有的，这个神秘力量呢，就是这个B 站它本身的这个推流和助推，但是呢 ，B 站它本身这个推流和助推啊，其实是它自身的需要，就是像侯翠翠啊、王芳芳啊这些早晨 UP 主能够做起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啊，是时代的趋势和 B 站选择了他们，然后他们本身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创作者和表达者。那为什么这个流量会助推它？其实就要说到侯翠翠发展的时间点和这个 B 站发展的时间点啊。B 站现在这个用户的增速呢，在一二线城市其实已经见顶，它要去维持它的这个用户的增长呢，它必须就要去往这个县城和乡村去扩展。但是 B 站它本身呢是这个创作者和观众的身份贴合非常紧密的一个地方，那它本身的一些这个知识区和生活区的内容是非常小资的，可以说我们老家那些亲戚朋友他们并不爱看，说严重一点他们其实看到都烦这种内容，对吧？那自然就要鼓励像侯翠翠这样的小城市的年轻人来多创造一些就是他们喜欢的内容，那自然就要给就是说更多的普通人这种成功的可能性，然后大家才会去更多去生产这样的内容嘛。侯翠翠就有点像这个千金买马骨，就买来的那个马骨的这种示范作用，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就是说个人努力和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啊，在侯翠翠这个案例里是两方面都有。我觉得一个就是学长说的，我觉得 B 站在扶持这种三龙 UP 主，就接地气的 UP 主。我觉得另一个就是，我觉得说到他团不团队的这个事情，就是团队的力量是有限的，因为公司如果即使他有公司，他的工作分配到下面也是一个个的人，而这一个个的人他们做的工作只做了一小部分，然后如果他给个脚本或者选题就能够让这个人成为百大的话，他自己也有能力去做啊。所以我其实觉得团队公司的力量是有限的，不管他有没有团队，但 99% 或者甚至都是个人的力量，对，团队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我和学姐的认知在这方面是统一的，就是说公司并没有用的，所以大家并不要去神化说这个什么 MCN 机构啊、网红公司啊，因为他们背后其实都是一个个实实在在工作的人嘛，他们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说助推像峰哥啊、像侯翠翠这样的这么大能量的一个 UP 主。对，所以峰哥背后有团队吗？应该肯定没有吧？不知道吧？可能剪辑会有一些小助手，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大家说的那种团队。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说公司并没有用，这个是这个时代的趋势和社会的需求，我觉得是这个决定的。对对对对。最后一点就聊一下说，大家评论说侯翠翠就是说比较自我、比较片面、比较容易激动，和老蒋相比起来嘛，就是老蒋比较这个理性、中立、客观这种感觉，但侯翠翠比较激动。我和学姐的相处起来也是这样，就是我每次遇到事情啊，就是我是表现的好像很理性、很热爱分析啊，非常的讲道理的，对对对，然后遇到事情都能分析。就吃饭的时候，就大家知道，就吃中饭的时候啊，我有一次跟学长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学长聊什么生活上的事情，每天都在跟我分析互联网现象。对，然后学姐呢每次就是我不知道、我不关心、我不懂、我不想了解，大概就是这样。但我后来觉得他这种态度呢其实也蛮对的，其实没有什么对错，只是一种
只是一种态度而已。但是这样对比起来看啊，就显得我好像我这个人认知很高，然后我好像很认真分析，然后学姐呢好像就有米不进，什么都听不进去这种感觉。但是其实不，但是观察久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个人觉得其实爱分析的人他其实是在自嗨，他是我讨好。而像学姐啊，像侯翠翠这种，他这种非常自洽的人，他其实是不需要什么外部的逻辑去支撑他的，他自己是非常自洽的一群人。从结果上来看啊，其实是我的分析呢，这些东西呢，往往都是不太对的。而学姐呢，她按照她自己的想法去过生活、过日子，反而过得很好。所以你看，最直观的就是学姐啊，和侯翠翠的粉丝啊、视频啊，都做得非常好。但不用分析，不用分析来分析去，不用合任何的逻辑，她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自洽的个体。我觉得学长讲的也不是全对吧，因为他都否定了他自己分析的作用。但其实我还，因为我跟学长谈恋爱一直到现在，我都很欣赏他会分析，因为就是他每次跟我分析来分析去我都很烦，因为我觉得你分析了又怎么样呢。但是其实就是当时我是很就是柴米不进油盐不听的，就各种都不听。但是事后其实我经常反思，哎，我觉得哪一点他讲的很有道理，只不过我没有跟他讲而已。所以并不是说纯自嗨，就是也并不是说他讲的都不对，只是就是当下你好像打破了我自己建构的那个因果关系，我觉得是努力有收获或者怎么样，然后你来告诉我不对不对，这个任何的事情它都有时机的，你应该踩这个时机那个时机，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就不努力了吗？那我还是要靠努力啊，所以我就不想听你的那套逻辑体系。因为如果我一旦我接受，我就要去说我要去想我怎么样踩时机，我怎么蹭热点，我要做什么样的选题讨好我的观众。不听你的，我就想说那我做我自己的，那总有人会喜欢我，然后我就做我自己的那一套嘛。但是其实这个整个事情过后呢，我又会觉得哎，他讲的有几点可能会有一些道理，其实也是有听进去的。那我就多分析几句啊，就是说学姐和侯翠翠他们本质上是一个非常专注于自我的人。比如说学姐在 B 站做了有两三年，她现在也做到50万粉丝，她基本上就从来不关心其他博主，然后从来也没有想过说他去融入哪个圈子，他只是想做。我觉得这个地方，对对对，就这个地方，我想插播一下，就是我原来我的 B 站的关注列表里面哈，是几乎没有关注任何人的。但是学长呢，他就很爱跟我分析，每天跟我分析。然后我觉得他关注了2000多个人，然后我就觉得两千多个人买了一个 B 站大盘回来，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学习他？所以虽然他跟我分析了，我不听，但事后呢，他跟我分析之后，我就会把他说的一些人关注起来。但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的视频，我只是说我得听，我说我只是一个习惯，我说那我关注了吧，但我真的就几乎不看别人的视频。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差异啊。然后那就说到结果啊，就是说像学姐这种他们非常专注于自我的人，他就会有一个表现，你如果去挑战他，你如果去质疑他，他就会生气，他会非常反感，他情绪会非常激动。所以我觉得我看到侯，我觉得我已经收了很多了，我之前就更反感，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收了一点点。 对，因为像学姐和侯翠翠这种呢，他本身逻辑自洽，然后我和老蒋呢像拿着另一个这个坐标系，另一个三观，什么商业也好啊，阶级也好啊的分析标准来跟他们说阶级啊，说下层啊，说商业啊，这些东西他们本身就有一套这个自洽的价值观，然后你要去给他塞入一个新的一个价值观，他们本身就表现出来就很难，就有点像被误解的那种感觉，就非常激动。对，我还是觉得，我又想到这个，我觉得这个人是跟人的成长背景一样的。我不是特别了解侯翠翠哈，但我觉得他可能是和我一样，就从小在小地方成长，然后这个小地方呢，因为我们不够聪明，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投机取得一些东西。如果你的父母是可以用投机或者说采集，就是那种很聪明用别的方式来能够获得成功的话，他们也不会在农村在小地方。所以父母传递给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你 focus 你自己的生活，因为你关心别人没有用，你只有关心自己的生活就一步一步去做，然后才能够做出成就，做出一点东西。所以我们可能，我觉得还是就说是不是地理决定论，还是说原生家庭环境决定论，这种成长环境决定的。就是比如说像我来讲，我们可能看了很多就是说时代趋势啊，这些什么房价啊，这些东西，对对对对，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子。然后你们从小长大这种长大环境，对对，而且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我们这次回湖北农村嘛，然后我学长跟我一起回来了，然后我看了我哥哥他们的房价，我就说哇好幸福，过得好舒服。然后我然后学长就跟我说，他说五六千在市中心就可以买一瓶，对，就五六千，对，五六啊，而且对，配套什么的都很齐全。然后就旁边就是万达，学姐表现出来的就是说非常高兴，哇，这个地方非常的宜居。而我对，然后学长他就说，完了，
学长就说完了这个地方，他说你把你讲的讲一遍，我都忘记了。我就说完了这个地方，如果是我们买的那里，那别人房价都已经翻了三倍、两倍、三倍，他们那个地方的房价可能十年就涨了一点点，那这才涨了五六千，那就没什么用嘛，对吧？对，学长当时就说，都是两个角度，我觉得。对，当时学长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便宜有什么用？我说为什么没有？他说你觉得你哥哥买了房是希望他的房价涨还是希望他跌的？然后我就想啊，还有这个视角吗？因为我一开始讲便宜多好啊，大家都觉得房价很高，觉得很痛苦。然后学长就会说，你觉得他们希望涨还是啊高？然后他当时就问了我这个问题，我当时就说。还有这个角度吗？ 对，就是说你买之前你肯定说哎，这个地方非常好，买了就非常宜居，但你买了之后，你比如说你有两套的时候，你肯定希望另一套说你还给我翻一倍，这个就是想法的改变。 对，两个人不一样。那就总结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老蒋和我呢，虽然能把一个事情说的非常这个条理清晰啊，非常逻辑明确，但是我们永远就是说只能做分析的人，他只能看到一个，就比如说这是一个三维的苹果，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个切面，我们看不到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而学姐和侯翠翠他们真正在做事情的人，他们其实是能感受到这个这是一个立体的苹果的，他们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东西，因为它逻辑自洽。而做分析的人永远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侯翠翠看似比较片面、比较自我，反而是他是这个真实和全面的。而我和老蒋这种分析呢，商业的分析反而是这种虚假和片面的。即使你看到说这个切面很漂亮，这个切面很合逻辑，但其实它不是真实的。我想讲的是这个。我觉得学长这是他的看法嘛，我觉得也不，反正我还是挺欣赏学长的。就是我和侯翠翠这种人，就是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对你们这种人是欣赏的，因为我们觉得你们很聪明，会去分析，因为我们不会去分析。那你们分析不要分析到我们的头上，因为我觉得你们一旦分析，我们就好像是一股外力想要，不是挑战我们，你们有一种，也许你们没有想让我们改变，但是你们在分析我们的时候就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们想让我们改变，但是改变是很痛苦的，然后我们不想改变。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但学长每次分析我的时候，因为学长分析完他就会跟我说啊 ,B 站的这个选题值得做，或者我们是不是要尝试这个。然后我在我自己的赛道上正在跑步，然后我已经看到，我觉得我在自己的赛道上跑得很舒服。然后学长就会跟我说，学长曾经跟我说，他说 B 站要发展啊哪些区，这些区非常有前景，你要不要尝试做这个区。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因为你在跟我分析嘛，你分析了我就会觉得你想让我改变，但让人改变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猜呀，我不知道侯翠翠怎么想，但是我猜他为什么有一点反感别人去分析他。他不是真的讨厌说你去分析这个事情，你当然可以有你的角度，但你们的分析好像有一点希望我去改变我自己。这改变是很痛苦的，因为他已经在他这个地方做得很舒适了，然后有100多万粉丝喜欢他，然后你现在希望他去改变，他觉得很痛苦。我猜是这样，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的。接下来就是我觉得学姐就是说，就是他可能当下呢他会有点反感，但他其实事后想来的话，老蒋的分析可能对他是有帮助的，我觉得是这样。对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也一开始很反感，但后面我们会后面我们会反省，但最终我们很难改变。其实说起来，其实我们虽然有差异，但是我们是始终是一个这个战友和这个敌对的关系，是互相帮助的。对是互相帮助的，我觉得。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然后我总结一下，就是今天我和学姐从这个自身啊聊了一下这个侯翠翠和老蒋俩之间的差异。我觉得我们长期，我和学姐这个长期这种差异的相处下来，我觉得我们俩是处于这种互相欣赏的那种状态的。对，他会觉得就是我能分析的东西好像比较厉害，但是我会实际上觉得，我就是说学姐能把事情做成这一点她更厉害。那所以大致是这样，那我们俩像日常生活相处起来，我觉得是互相欣赏，然后是比较愉快的两个人。对，对。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聊视频呢，我们后面也可以出一期的，就是关于马都公这个社会化抚养的问题，聊聊我们年轻人对这种婚育和养育孩子的看法。我就觉得大家应该多多给三连，因为学长特别爱分析，然后特别爱讲，先跟我讲，我真的很烦。如果大家多多给三连，让他给大家讲吧。那学姐回房子聊，我觉得他那边有风，肯定很冷。快去吧。还可以。拜拜。拜拜。拜拜。来大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验室，来去看一下我平时直播学习的地方吧。同学们刚好去吃饭了。我平时会把手机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就这样背对的，就直接照在这里。然后我还拉了一块黑板，就大家平时就只能看到这一面。然后对面是动物园，
然后这边经常有时候晚下午会有阳光射过来，所以的话就会射到这边，所以这就是我的工位，还挺舒服的。我搞了一台 Windows 在下面，然后它可以接两个外接的屏幕，然后自己的电脑有的时候可以接这个大的。对，然后最近在复习考试，现在要抽个十多分钟剪一下上周去看华为的一个视频，然后待会就接在这个的后面吧。一个小的故事，就是我经常会和我的同学讨论，就说你我会问他们说，你们觉得比如说前二十年的可能是互联网的一个世界，然后你可能知道的这个可能就是起来了像 BAT 这样的一些公司，然后的话你如果当时在当时呢有幸加入了一些这样的公司的话，那你可能你个人的发展啊，职业发展啊，包括像人生发展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促进吧。然后在近十年呢，可能就是移动互联网，像美团啊，像滴滴啊，像字节跳动啊，这样移动互联网这一波公司的兴起。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能在十年前的话就意识到一个这样的趋势，然后加入一群这样的公司的话，我觉得你个人成就应该会更大，因为比现在来说应该会更大。就像那个施主任说的，他 You are more than what you have become now， 就你会比你现在应该还要强得多。那我就会问他们说，我说你觉得下一个十年的话大概是哪个方向？然后我们大家就有人猜说是不是 AI， 是不是人工智能，是不是这个IoT， 就是不是这个物联网设备。然后我当时就提出一个不同看法啊，我就觉得说有没有可能是车。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说会不会是这个车这个方向，因为有几个苗头，就当时国内这个三大造车势力蔚来、小鹏、滴滴，虽然说都处于这个濒临破产的这个边缘，然后到处找融资嘛，但是的话像蔚来的股价的一波暴涨，像国外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股价一直在疯涨，就会让人想到说，你看像这样像这样的一个，无论是说你就会给人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嘛。那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我觉得最缺的就是一个想象空间，然后告诉大家说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未来会不会是车呢？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有点看不清。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原来看微软，可能前十几二十年提出的那个口号叫让每个人的家庭里都有一个这个让每个人的家庭里都有一台 PC 电脑，就一台台式电脑。那每个人家庭里都有一台台式电脑，但是这个愿望的话在当时来看我觉得就很天方夜谭，就是每个人要这种计算机在家里干嘛呢？但是现在光我自己个人的话，我可能手头上掌握的就有三到四台这样的计算机，所以的话就真的就是时代的发展就会让人想不到。像包括原来那个 iPhone 出来的时候的话，所以当时像 iPhone 出来的时候，我就听身边的人说，他说我更愿意使用智能手机，因为觉得按键就更方便嘛。但现在的这个时代的发展，但现在的事实呢，就是说像诺基亚这样的按键机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后移动互联网呢给大家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改变。那未来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改变大家的生活，进入到每个人的家庭里去呢？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车。就现在大家可能不单单能把它想象成一个就是出行的工具吧。现在上次那个开会的时候，像华为就有一个副总裁，还是华为智能车的那个负责人就提到一句话，他说他还可以把车理解为是一个计算的一个节点，车壳那只是它的一个外壳，那这样来理解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你就可以把这个车理解为是一个计算的一个节点，然后它可以现在智能的计算设备，像大家的手机啊，像电脑啊，像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变成车等于像是手机，等于像是电脑。所以我觉得真的可能在车上，可能未来十年会真的会发生一场我们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一场革命。这是一个要非常有想象力的人，然后去做，需要一个像乔布斯这样的人去做各种各样的软硬件一体的一个设备，然后去无数的开发者去做各种各样的应用。我觉得真有可能就是开启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征程吧。我觉得是今年是2021年，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未来十年最有希望的一个方向，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当然像 IoT 像 AI 像边缘计算像这些我们原来提过，就是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方向的那些点子，他们也都不会差，但是真的有可能说开启进入到改变每个人生活的一个点，我现在看来最有可能的就是车，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当然很有可能错啊，因为预测未来的话，我觉得大概率都是错，但是这是我自己的看法。现在是周日下午的4点多，然后这个星期的周末呢，刚好是我们学校的110年这个校庆，
也是我们这个清华深圳研究生院20年的这个院庆。然后这周呢，刚好华为云在这边搞一个开发者大会，是一年一度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一下。去年我在华为看微软战略的时候呢，其中有两点印象比较深刻吧。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开发者生态，它的那个 CEO 上任之后呢，把他自己从一家传统的做 PC 机的一家厂商呢，再转变为做公有云的一家厂商，然后业绩呢实现了很大的一个增长，在疫情的这个2020年呢，股价也实现一个巨大的突破。然后华为呢，其实跟他在开发者生态这一块的话，做的跟他有点相似。我刚才看他那个展板上还写的，就是每一个开发者都了不起。我觉得，无论是像华为啊，还是像百度啊，还是像我们国内这几家做公有云比较大的一个厂商，他们现在都逐渐在注重这个开发者生态的这一块。那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合作伙伴。那像我身后的这些展位呢，每一家都是他们的一些合作伙伴，比如说像深信服啊，像优诺科技啊，他都用他的一些华为云的产品服务去做他们的一些解决方案，去提供给一些大的客户。然后我们具体去看一下他到底做了些什么。这个叫云 AI 使能。就我原来没做调研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其实就是可视化，它也是一个非常，就应该也是一块非常大的蛋糕，所以会有一家专门的公司在做这个。因为你有些东西，就算你做得很好的话，你如果没有可视化把它用 3D 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话，它往往就不能收到客户的钱。所以他们像这种公司的话，政府啊，还有一些 2B 的一些，他们给一些非常大的订单，比如说他从一些就一些大客户那边可能一年就会有个好几百万，就是专门做可视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看到这边写的，他应该就写一些模块，然后可以做到一些产品的可视化。我觉得华为这个公司还是说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司，就是你在国内你会听到一些大企业做的一些事情，你只要听到说这个事情的话，你就能猜到这个公司可能是华为做的。就比如说去年我在华为实习的时候，然后他有讲，他们就传到一个故事，就是说好像在海外哪个地方发了疫情，然后华为大概出了一架包机，然后把那边的员工都接回来。那当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不用说这家公司是哪一家公司，你就可以猜大概就是华为。因为像国内的话，你看像即使像阿里啊、腾讯啊他们这样的公司，他们在海外他们其实业务并不多，他主要还是在国内。然后另一个的话，会像华为说去包一辆机把员工接回来这种事情的话，也就只有华为会做。然后另一个呢，就是办这种大型的这种展会，他会把自己的一些这样的产品啊展示出来。因为他们的客户的话，往往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个人，他是像一些像一些大企业或者说是像政府这样的机构，所以他会做那种大型的展会，就面向于 2B。然后所以一般像这种东西的话，就只有一年就是会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所以过来看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叫什么信息产业一些很新的落地的一些技术或者产品。逛了一圈呢，又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学校。然后华为的这个展会呢，我觉得我有三个就印象特别深的点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真的是特别全，就华为的这个展会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就科技进入到各行各业，然后到每一个方方面面，到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呢，就有像这个 AI 加开发者， AI 加开源，然后还有 AI 加这个科技向善，包括说你怎么样用这个数字世界，还有包括像 AI 的能力去服务像这种听障人士啊、残障人士啊，就科技向善也是大家就最常提的一个点。然后在他这个展会当中呢，也都体现了，所以就特别的全面。这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像我想起来就是看微软的那个 CEO 的那本书，叫纳德拉写的刷新啊，其中提到的两个点呢，就是说其中提到的三个点，就是你要构建这个公有云的这个生态，从一家这个做设备的厂商，然后转向做云的厂商呢，大概会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构建自己的开发者生态；第二个呢，就是构建开源；第三个呢，就是要有自己的合作伙伴。我觉得华为这个展会呢，基本上都体现了这三个点啊。一个就是开发者的，他在他的展牌上就写，就是说每个开发者都了不起，然后也有很多的课程去引导我们高校的学生，包括像社会上的所有的技术人员去转型为他的这个开发者。第二个呢，就是开源，他有专门的一个展位去讲他这个开源做的大概做了哪些的工作。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合作伙伴，就他的整个对面的那一条长廊呢，就都是他的这个合作伙伴来帮他做的一些他的产品服务啊，还有解决方案的一些演示，就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像生信服，他跟他是虽然是有一些方面是竞品，但是呢，他也是他的这个头号的合作伙伴吧，因为他把它摆在了第一个的这个展位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印象深刻。就是说你的这个 to B 的这个整个万亿级的市场，你不是一家公司可以做完的，然后你要去找自己的这个合作伙伴。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个点，然后跟大家分享。哎呀，今天呢，我要整个这个大佛，我的这个手机啊，已经用了5年了，才是一颗摄像头。5年，你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所以呢，我就给老婆买了一款这个新款的 iPhone， 这样子呢。他就可以把他的手机给我用，我呢就可以把我的设备进行一个升级，是不是这个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一箭三连啊？那我们把这个新的手机藏在学姐的这个办公桌下，看一下他什么时候能够发现这个秘密。惊喜，婚礼吗？不好意思，两个人都尬住。不好意思，我不应该提这么过分的要求的。这个东西是每年都会更新换代的，相信是不是？每年都会更新手机啊，电脑啊。猜猜我把它偷偷放在哪里？这个就在这个桌面上，你猜一下。哎呀，太幼稚了，真的是太幼稚了。有个意外情况出现。哎，什么意外情况？等我，30秒钟，我去拿个东西。30秒，学姐就到达战场。那我来了。是吗？哇！学长已经刚刚偷看到了一个角落。谢谢老婆。等一下，我们观众粉丝们还没看呢。当当当。哇！这个这么大吗？这个应该是16英寸的 Mac Pro 1T 的内存。当当当！哇，紫色的是吧？闻一下。好土啊，学长这个。哇，对，学姐。这个是我见过最搞笑的开箱视频。我们一起把它点亮。他的第一次就这样被你夺走了。你好，这个。我一开始收到新手机，我以为我就是会很平淡，但是我看到这个新手机还真的蛮开心的。当然，这新东西啊。这个会是30年时间陪你最多的一个手机。嗯。我的心情很激动，感谢各位乡亲父老，是吧？感谢老婆的支持。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我们夫妻俩其实很少有这种送礼物的环节，是吧？但是我在开箱的时刻，开开开吧！哎呀，我的天哪，我受不了！学长是我见过最磨开箱最慢的人。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哎，我真是服了，快点，有点拆礼物的感觉。哎呀，我的天，学长真的是。好了，你干什么？今天表现得这么粗暴啊！你平时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感觉，16寸的真的好大哦！忍一忍，看，他跟我说话，你看见没有？那我天天跟你说话，我没见你这么激动啊！ English is the main language. Respirator 重要以简体中文作为主要语言。哎呀，好了，简体中文。按下未听键。舍不得用，我的天，老婆对我太好。那就给我用吧，你舍不得用，我帮你用。另外呢，也借水姐昨天电脑借水的事情呢，提醒一下大家，它的这个电脑的出风口是在这，所以你的水如果洒到这个键盘上，会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可能修一下的话就会要7-8千，甚至更贵。所以大家呢，进水之后要做的一件事情，千万别开机，就是这样，然后拿到电去，不要通电，不要开机，拆开了清洗，只要你不通电就没事，你通电就完了。你就是你拆开清洗一下200块，然后你通个电8000块，八千块，谢谢老婆啊、哦！你的手机小心啊，掉下去了，我的天哪！我手机不小心放边边了。谢谢老婆。我的天哪，我昨天今天要做梦，连做3宿。太高兴了。非常非常早之前就想有一台就是16寸的电脑，因为真的就是14寸那台用的真的很卡。那我非常非常早之前就真的很想要换一个手机。今天呢就在大家见证之下开箱了我们的有史以来最贵的一期视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日常用的一些这个生产力工具。当当当当，陈老师开始上课。回答一下大家经常在频道里给我们的一些提问，比如说大家经常问说，哎，学姐坐的椅子是什么样，可以为什么可以那么长时间的焊在椅子上，然后学姐用的显示屏是什么，大家可能有这种粉丝滤镜，就觉得学姐用的东西呢都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来主要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也可以在这个弹幕和评论中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可以这样高低的可以这样拉，然后虽然它可以这样竖起来，但是学姐
但是学姐呢从来没有让他这样素材过。他这台我觉得他这台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他接线比较简单，他只要把电源线和那个 HDMI 线一接，然后学姐可以很快的就可以使用，所以他之前放在他的图书馆用，然后现在带回家里来写电脑，然后陪他度过了他这个博士论文的时间。说我自己本科是机械专业的，我觉得那就一定要买是 Windows 之类的，然后我后来去了这个计算机之类的呢，我觉得我的80%-90%的朋友他们都用的是这个 Mac 电脑，用的后来我又转到了这个苹果系统，这个下面呢都是有它的一些底层逻辑在的。所以呢对于新手小白，我觉得最方便的一点，你就是去看你的前辈，看你那些真正的工作场景当中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机器，然后你就跟他们选一样的机器，这样是比较好的。就跟我原来学摄影的时候，他们说你有这个尼康党，也有这个什么佳能党，那 你怎么选择加入哪个党派，他说你应该就看你身边人用的最多的是哪个党，然后你就应该加入那个党，因为这样你们平时有问题的时候还可以一起交流，然后你也不会走很多弯路这样。那具体来讲一下这个宏基啊，就我刚才也说过，我在工作场景当中呢用过小米、华为、联想、宏基、戴尔，其实他们的系统都是 Windows 嘛，然后他们都大差不差，但是都略微有一些区别。比如说像宏基的这一款呢，它就是很有性价比，因为它的接口呢都很齐全。我在大学里面呢就没有遇到说苹果后面就说哎买转接器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它虽然有点厚有点重，然后屏幕的这个色彩还原啊什么的都不是很好，但是它就非常适合一个就刚上大学的一个普通学生作为你的第一款的一个新手电脑。此呢我当时画 CAD 啊，画 SolidWorks 啊，还包括去参加一些比赛啊，用一些办公四件套啊之类的。这个电脑的续航不长，但它是有点像你一个老家的朋友，它就不是特别精英，不是特别优秀，但是它呢它就跟你很贴心，它就能完成你的所有的需求。我觉得这就是我对它的一个评价。我后面又认识了一些像什么小米啊、华为啊，我觉得那些就有点像可能像去了城市之后认识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小米呢它可能做的薄一点，就华为呢有那个摄像头，它是在那个键盘上，你按一下那个摄像头可以从那个键盘上起来，它有很多创新的点。然后它就像你长大之后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朋友，在我心里呢已经没有那种感觉。所以我只能记得就是我这台在老家那个朋友，他的能力不是特别强，但是呢他就是陪你走过了一段那个大学时候的时间。所以呢我还是非常推荐，就是家庭比较一般的同学，你们如果想入第一款电脑呢，像宏基的这种类型的就稍微厚一点，然后呢性能比较强的 Windows 呢是比较适合新手小白的第一款电脑。到了这个人长大之后呢，总是要有一些这是我们的第三期呢，迎来了我们第一位女嘉宾，大家请把牌面打在公屏上。然后这两位同学呢，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清华大学游戏专业的，所以也是很神秘啊。我们原来说你上清华就是为了打游戏吗？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跟李杰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嗯，好，大家好，我是真真，不要再听到说叫李杰了啊。对，我是一个什么都做的小 UP 主，大家可以打开我的主页去看一些有的没的的东西。好，这次的话就正如陈同学所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国内首个游戏专业，就是我们清华和腾讯一起联办的互动媒体专业。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为什么要选游戏这个专业？毕竟这个专业是刚开设的，可能会有很多的风险，你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因为我是游戏玩家，就是就虽然玩的游戏不多，但是还是很喜欢玩游戏的，所以就是另外它也跟那个我本科专业有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吧，就虽然不完全对口的，然后后来我就选了这里。我选这个专业其实就最早是从技术开始，很喜欢这种音画的一些反馈，然后再加上你的互动的一些刺激，然后这种形式呢就它可能有两条路，一个是走这个国外有一些这个什么专门搞这个什么新媒体艺术类似的这种专业，还有呢就是和游戏就比较和这个也比较强相关嘛，就你用这个各种各样的互动形式去做，然后当时就看见这个在网上看到清华咱们有这个专业，然后我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心态，其实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就玩游戏特别资深的一个玩家，我只是对这个技术比较感兴趣。但是我来了之后，直接被这个氛围感染，现在也是已经就是相对的这个游戏小白，正在慢慢的努力。主要是最近作业太多了，就是等到假期的时候一定会去好好玩。这不才是专业，不要因为学习忘了专业。既然作为游戏专业，我就在想，你们肯定是喜欢游戏的。那你们小的时候是那种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天天就好好学习，还是说可能会特别喜欢玩游戏而去可能游戏第一学习第二这种感觉呢？我的话，我小时候家里管的有一点严吧，但是我还是就有时候可能会比如说借了别人 PSP 来玩啊。我其实就是也差不太多，但是就是正常情况下就像上学那些什么，其实我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套路，就是正常在去上高中啊上大学，但是我在那个小学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喜欢去编一些故事给别人玩，就那时候编游戏就是完全脱离这个电子设备嘛，然后可能是因为当时我比较喜欢看小说嘛，然后我就把这个小说里的某些情节某些人物看完了之后，然后呢我就当时就非常幼稚啊，我不清楚在别的这个小朋友之间有没有这种情况，但当时就是我看完之后，然后可能我就让大家每个人扮演一个角色，然后可能他们有自己的领地，然后有自己的什么，然后呢就是互相之间的攻击啊，或者遇到了什么天灾人祸或者遇到怪物啊，就靠这个厨房四然后来决定这个输赢，然后一盘一盘打，然后我们特别发攻击，然后还会集结血量，其实当时我特别喜欢玩这个，就是只要我一下楼，然后我就会去找各个就是其他的小朋友，就把他们叫回来叫来，就他们我都是轮番和他们玩的，就是他们可能玩到中午需要上去吃饭，然后就走了一个，然后呢我就在那底下等十分钟，然后我再去叫下一个 NPC。对，然后我就轮番跟他们玩，甚至我玩到这种情况，因为我当时其实就这个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嘛，就是他们的家长就拿着饭下来喂他们吃，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楼里面玩。对，就是我在那边应该在孩子里面很受欢迎吧，因为我在那个孩子里面相对来说是要年长一点，所以说我就比较带着他们玩，所以当时哎呀就觉得什么氪金嘛，你那什么氪金，这个倒没有，氪金倒没有，但是我们会收集一些，对，但是我们会收集一些小瓶盖什么，当做一种可能道具啊或者什么的。最早的氪金。我当时玩过家家怎么就没有这么高级，我原来就跟着这样的大哥玩。不过你的本科按我来理解应该还是很卷的，对吧？你们那个应该还是很难拿到高分的，你又是这个保研又是国奖的。我当时走的路子和大家其实不是特别一样，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循规蹈矩的走，但是呢我其实也有一点想这个保研嘛，所以说但是我走路就是其他学生可能是就是正常的学上课的东西，但是我就特别喜欢学别的东西，我就觉得上课老师讲那些东西没啥用处，然后我就觉得像他讲的这个东西我上网课我就能把它看了，我为啥要学这个呢？所以说我就走那个歪路，比如说当时大家都没有人学这个 Unity， 然后我可能我就学了各种技术，然后可能对，然后就能拿这个 Hololens 做一些什么 Lumotion 做一些，然后可能做各种各样有趣的互动的一些开发，然后这些东西呢也能用到我的课堂的作业上，而且还能和别人不一样，还能拿高分。对，所以这个当时我就进入到这样一个正反馈里面，是吧？我就不断的去学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都是老师可能也都不太会的，可能我们的专业老师不太会啊。然后就是这样就感觉比较开心嘛，然后就继续学，继续获得成绩，然后而且也可以参加一些项目。因为我最早是从这个 CCD 开始学的，然后我自己也出过一些课程，在这个网易云课堂啊、抖音课堂上就做特效课程。这时候应该把大课堂链接了。这个那个还有点已经发出来了，何老师在上课。这个等到那个有活动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免费，就是什么199是吗？差不多在腾讯上一个199，然后另外一个是卖了有几千，这个有点贵，稍微有点贵。厉害！我是不是也有可能上过你的课？这个，因为我有在网易云课堂，的确有上过你的课。课过金。对，但我忘记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了。太厉害了！哎，其实我蛮想问雨禾一个问题的，因为你之前是在本科都是在国外读的，我就蛮想问，在国外的话，这样一套
游戏的专业成熟度会不会要比国内高很多呢？如果说赚钱最多的话，恐怕国内这几个厂就是侧重点不一样，是吧？就是都是第一第二的。但是你要是说游戏质量的话，或者说就是，当然这个东西不太好量化，但是就是你要是玩了以后，你就确实能看出就是国内跟国外游戏是有差距的，就是他们就是一个是可能那种像比较工业化的那些游戏的话，它是就是有一套很完整的那个制作流程，就是会就是它能稳定的生产出一些质量，就有一定质量保证的游戏。然后另外它像比如说做一些那个独立游戏啊，环境会好一些。这个商业潜力我这块就是也不是特别了解嘛，怎么样把这个游戏的商业潜力发挥很大，如何让人家去氪金什么之类的。你们同学有的就很懂就怎么氪金这个事情吗？估计大家都不是特别懂，但是对得知道这个行业的老师特别懂，以后都特别懂。现在虽然不懂，以后肯定都会。我们有老师确实懂这个，就是他上课的，我记得有一堂策划课嘛，有专门讲这个对于不同付费类型的玩家，如何让他来就是有一个好的体验，如何让他在里面付费，就给他设计一条曲线，然后包括他的关卡呀、难度啊、系统啊，都要动态来根据他的这个付费意愿来调整，是吧？如果挖掘这个潜在用户，包括这个存量的时代，是吧？这个。别人都一听这个游戏专业都感觉哇塞，那就天天打游戏应该非常的开心了。